现在继续开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的逐条审查并进行协商，同时请议事人员宣读条文修正动议附带决议，交通部建议条文及临时提案一并宣读。委员提案条文，叶怡津等22人提案第18条之一，汽车位依规定装设行车记录器及行车视野辅助系统者，除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第二项修正为汽车装设之行车记录器及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无法正常运作，位于行车前改善仍继续行车者，主汽车所有人新台币9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委员黄国书等16人提案第18条之一第一项修正为一定重量以上之汽车为依规定装设具有连续记录汽车瞬间行驶速率及行车时间功能行车记录器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第二项修正为一定重量以上之汽车未依规定装设具有连续记录汽车瞬间行驶速率及行车时间功能行车记录器无法正常运作，位于行车前改善仍继续行车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9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第三项修正为未依规定保存第一项所称之行车记录卡或未依规定使用不当使用第一项所称之行车记录器致无法正确记录资料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9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委员吴志扬等16人提案第18条之一增订第5项汽车属大客车者有关行车记录器之相关规定优先适用第18条之二之规定。交通部建议条文建议依委员志扬、叶委员以及黄委员国书等提案再修正如下：第18条之一第一项修正为汽车未依规定装设具有连续记录行驶速率及行车时间功能之行车记录器者，主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汽车一第二项修正为汽车依前项规定装设之行车记录器无法正常运作，未于行车前改善仍继续行车者，主汽车所有人新台币9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第三项修正为未依规定保存第一项行车记录器之记录资料或未依规定使用不当使用第一项之行车记录器致无法正确记录资料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9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第四项修正为违反前三项除未依规定保存第一项行车记录器之记录资料之行为外，应责令其参加临时检验。委员吴志扬等16人提案增订第18条之二，大客车第一项大客车未依规定装设限制式行车记录器者，主大客车所有人新台币6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第二项大客车装设之电子式行车记录器无法正常运作，位于行车前改善仍继续行车者，主大客车所有人新台币4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第三项未依规定保存电子式行车记录资料或未依规定使用不当使用电子式行车记录器致无法正确记录资料者，属大客车所有人新台币45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第四项违反前三项之行为，应责令其参加临时检验。第五项本条所称电子式记录行车记录器其规格与标准由交通部定之。委员赖瑞荣等18人提案增订第18条之二第一项大型车未依规定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
第二项，大型车装设置新车视野辅助系统，无法正常运作，位于行车前改善仍继续行车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9000元以上27000元以下罚锾。第三项，未依规定保存行车视野辅助系统记录卡，或未依规定使用不当使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致无法正确记录资料者，处大型车所有人新台币9000元以上21000元以下罚锾。第四项，违反前三项之行为，应责令其参加临时检验。委员徐运仁的21人提案增订第18条之2。第一项，大型车未依规定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第二项，大型车装设之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无法正常运作，位于行车前改善仍继续行车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9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第三项，违反前两项之行为，应责令其参加临时检验。委员卢秀燕等16人提案增订第18条之2。大型车，好，那大家早安。好，我们现在进行那个逐条讨论。那本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审查，既有25案、16条条文。那交通部会诊委员的提案，提出一个建议条文的版本。那我们就现在依这一个版本逐条协商。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交通部会诊的建议通过。如果有意见，请交通部整理文字后再修正通过，这样子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进行第18条之1，请委员及行政单位表示意见。好，那黄委员。好，18条之1，我的提案非常简单了、因为现在行车记录器太普遍了、甚至每天的新闻报道有非常多的比例、都是用行车记录器在看新闻、好，那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啊，有没有违法？当然不可能。但是我们看现行的条文第18条之1哈，汽车未依规定装设行车记录器者，处汽车所有权所有人新台币12000到24000。好，这里的行车记录器跟我们一般社会所认知的行车记录器是内容是不一样的啊、这里的行车记录器是说那一个。记录那个转速里程的那个行车记录器，也就是说这个法律条文所说的这个行车记录器跟我们现在社会认知的行车记录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要做一些文字的调整，那让这个行车记录器的定义啊可以更加的精确啊。那我也同意交通部的建立的条文，也就是说这个条文行车记录器把它更加的明确化哈、把它改成具有连续记录行驶速率以及行车时间功能的行车记录器，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明确。不然的话，以后如果有一些必须要处罚的案例，那如果民众用这个条文来，会有一些争议，所以我建议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处理。好，以上报告。新台币18000元以上，谢谢国书委员。接下来李坤泽委员，这个部分都是有关于行车记录器跟视野辅助系统相关的规定。那拟定相关的法则，这部分确实是要让法规更明确化，但是到底相关规定设装设的车辆为何，还有交通部啊，是要跟委员会讨论出更合适的文字，让法律明确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以上。好，谢谢。那现在是不是请行政部门做说明？18000元以下罚锾。是。好，跟主席跟各位委员报告哈，就是行车记录器的部分，确实哈，那所以这一次就是我们交通部的提案的版本，其实就是把行车记录器，就是把它就是再加上一些这个定义的叙述，就是具有连续记录行驶速率及行车时间功能的行车记录器。那因为行车记录器相关规定哈，现在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跟我们的这个车辆安全检测基准哈，
它有规定，就是八公吨以上的汽车跟营业大客车要装。那110年的话，就是包括这数位式的行车记录器，因为行车记录器它会随着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技术的演进哈，然后我们就是说逐步的来做相关的要求。所以在执法上面哈，在这个处罚条例授权订定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跟新车领牌的时候的车辆安全检测基准，它都有逐步的规定，因为要调和欧洲欧盟的相关的规定，所以基本上那个部分的话，会执法的话，会随着这个国际上面的演进，逐步的来做要求。好，那摄影式的那个行车记录器并没有强制要求，对，所以这个要分得很清楚，要让社会理解啊。好，请问2000元以下罚款。好，那还有没有其他委员有没有要询问的？违反前三项之，好，没有的话，那我们第18条之一就按照交通部建议修正的条文通过。好，谢谢。那我们现在进行第18条之二。好，那请委员及是不是请委员先表示意见？有没有提案委员要建议，还是其他委员要询问的？许委员、玉人、赵委员、郑宇、蒋委员、哇、卢委员、好，那个慈勇委员、易莹、赖荣、魏荣、许委员、永明及叶委员等提案。我询问一下，因为我在咨询的时候也有问到说，未来这个行车视野辅助器未来要采法吗？那现在的一个相关的经费的补助跟它的现在的那个已经有去装的量，可不可以请就是公路总局可以回复一下？然后我看你们建议的那个修正的部分啊，你们那个大客车跟大货车这边啊，你们现在只有罚所有人嘛，对不对？那那个驾驶人的部分现在是你们认为说不需要吗？第21条，好，是也跟这个委员会这边报告哈，就是说第一个部分，因为它这个是属于车辆的设备了哈，所以车辆设备如果说没有装的话，基本上其实是罚所有人，驾驶行为的话才去罚驾驶人呐。所以我们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它大部分就是这样子的做分野哈。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哈，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其实它有相关的规定哈，它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规定就是107年1月1号以后，其实新车都要装哈，所以像我们现在其实在加速汰换那个柴油车的12期，大概有8万辆哈，那个部分的话汰换以后，他要买新车的话，就都要符合我们的法令规定，新车的都不必须要全部加装。那这一次的话，公路总局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就说第一期我们先补助就是说5000辆。好，那其他的部分其实我们也跟政府部门哈，其实包括交通部所属的这个部署，这个所有的部署机关的大型车辆，好，都要装设。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就是会确认，原则上政府部门的部分哈都要装设。那像经济部哈、国营会的台电、中油的大型车辆的话，他们大概有5000辆，年底的时候都会装设完毕。这个对，不好意思，大客车跟大货车新型车辆要装视野辅助系统，它新型车辆是不同的时段阶层嘛，对，一个大客车是比较早，大货车是107年，那大客车是106年，然后它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车经过检验之后还没有出厂的话，以2年为限，是不是就以这个108年1月1号要装设这种辅助系统？规定就是109年1月1号后，就是给他们109年是所有的车辆，所有的车辆检验的时候都要。那目前的这个大客车、大货车相关的视野辅助系统，你们原本的旧车辆的补助是以5000辆来作为一个原则，然后是以抽签来做一个补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会不会再做调整，或者是增加补助？因为你用抽签的这种方式只有5000辆，这个好像在抽奖一样啊。我想要有一定的标准啊，来辅助以及宣导我们的民众来加装这些视野辅助系统。来，请那个说明一下局长。
第三十一条定义项。好，那先说。我问题跟他一样了哈。好，那把就是说，我足奇怪，那政治用抽签就是很奇怪的政策了。对，你也不是摸彩，也不是啥那种抽签呢。这里讲，这是要求爱做，所以你政委在吼，我感觉是吼，不要说五千辆，比如说增加一点，然后你用来照顺序，鼓励大家竞争吼。你如扎针，我鼓励一下，我的比方我一万台，靠公用抽签，啊，你截止日期要定时。哦，来我申请三年了再来抽签，那嘛足奇怪啊。对不，我刚才讲就是应该是用鼓励的性质，比较早装的我们就补助。啊，局长，这个就是说我们应该针对车辆的状况，要取一定的标准，例如说哪种类型的车辆各站数量是多少，那最容易发生这种视野死角造成车祸的车辆是哪一种？哦，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科学数据的分析来作为补助的标准。那真的是用抽签，这真的好像是在抽奖一样，又不是年终的摸彩。哦，政策用这样，我认为是不太恰当。哦，这个部分很多委员都有意见了哈。那我们在咨询的时候有要求你们要是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因为这样的一个计划其实是院核定的计划，公路总局依照院核定的计划在执行相关的一个补助，在那个补助里头就特别有提到港区进入港区的那些大货车啊要优先的，它有一个priority要去做。那啊，当然因为也跟委员报告说，那局长我请讲，院有指示你是要用抽签的方式吗？我现在就要讲这个啦，就是说，因为他核定的时候车辆数哦，就是两千跟三千的这样的一个实施的方式啊，所以那整个要汰换的车辆大概有200,000辆啊，所以说显然就是一定是什么？增多周少啊，就是说没办法做处理啊，所以说才会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那因为委员会一直有要求说，希望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能够在109年开始实施之前，希望要汰换的人都有一个补贴的机制。那上一次我在这个审查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说，我们会在今年的年底之前提出相关的一个计划，报交通部来核定以后来实施。像这种大货车，尤其是营业用的大货车，主要都是以柴油为主，是不是？啊，所以柴油所形成的污染比较多。那我们现在全国的大货车大概有160,000辆，那营业用的大货车大概有70,000辆。那我们针对这一些污染，或者是说这种行车视野死角的，我们常常看到新闻，这样的一个卷入自行车或机车骑士造成重大悲剧的这样一个状况，我还是要请公路总局提出明确的数据，哪一样的大货车，哪一样的车辆，它所造成的视野死角哦，最多状况最严重，我们应该要定定一个要求的标准，补助的标准哦，这是我明确对公路总局的一个要求了。是我们遵照来办理。好，那慈永委员，我问一下，刚刚那个补助的部分现在是全额补吗？前2,000辆是全额，后面的3,000辆是8折，8成是，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补助的差距很大，所以说很多的委员都希望我们再去检讨这样的一个补助的方式啊，希望是不是可以把补助的这个金额稍微降低，然后相关的这个车辆，因为还有我刚才讲还有大概快。应该是快十几万辆的车子要做处理了，是啊，这个数量我想大家都有疑问，然后因为5,000辆，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包含刚刚市长讲我们公务部门的5,000辆，应该是不包含在里面，所以总共才那10,000辆嘛，哈，那所以还有10几万辆，17、18、19，还有这么多哈，所以这个可能要想一下办法。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是，其实很多委员的提案里面有第三项啊，哦，就是没有依规定去保存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的这个资料或未依规定使用。这一段啊，这一段拿掉的原因是什么？好，那可不可以请说明一下，因为很多委员都有提这一项，永明委员也有提，那他们是有疑问说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一项特别的拿掉？那
那个郡县委员发言，还有国书委员发言之后再一并回答。请教，你现在那个行车视野补助器哈、哦？你等于只补助新车嘛，对不对？前两千辆旧车，那你旧车，你旧车有十几万辆，你这样要补助到哪一年啊？好，说我们会去检讨相关的一个补助的方式，因为你一年大概可以补助几千辆。我稍微再讲一下，那个前两千辆不用钱。现在是应该是说货车那边要加把劲啊，大客车大概有34000多辆，目前大概有12000多辆是已经装了了哈。那货车的部分差距还很远。你装一台多少钱？原则上补助32000块，那你为什么会那么贵哈？因为你这样慢慢买，慢慢买啊。你如果因为这个是商业的问题嘛，你敢买一台30000几块啦？你哪敢买10000台？可能价钱就会降很低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们当时认为说啊，你不民间没有办法强制要求，是因为装那个蛮贵的，是不是呢？你干嘛讲哎，这贵啊，一台30000几块，我那要求一刀。那有的业者不愿意装设嘛。那我觉得这个是市场的问题啊。如果你强制要求所有的大货车、大客车都要装的话，那这个价格一定会便宜啊。这是一定的啦。啊，你现在只补助一年才补助那几千辆哦，那诱因很低啦，那而且更负面，因为还没有补助到了，我想他就不会自己装了，反正我要慢慢排队嘛。对，你既然要补助，我绝对不会自己花钱装，我就看我什么时候排得到。那这样等你全部补助完那几年，如果你现在速度啊，营业大客车驾驶人未依规定系安全带者，除驾驶人归你啦，2000元罚款。啊？营业大客车、汽乘车或租赁车，那你怎么会鼓励呢？已尽告知义务，乘客鼓励我的怎么办呢？因为我哪里有被包走，我的乘客新台币300。报告，因为当时的这个在20年、23岁行程的时候，就是希望用鼓励的方式来，所以才会有讲说，在前面2000辆来的时候，它的金额是全额，然后接下来是8折，那就希望说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车中车辆去改装。你说你共装多少台？差不多几十万？20万台啊？你请你包走5000台。但是今嘛1.5。差不多变2万台1.5升啊了。反正40年，那你要40年呢，对不对？换了10个总统，还没有。不是啦，跟我也报，因为他在109年开始，他就有定检要那个，所以说车辆呢在之前他就会自己去装啊。所以要求没有补助的话，你安尼吼，不一定这样，不一定卖补助。你要归到，啊，你讲介绍讲我笑啊。比如说他一台3万，你补助1万，对不对？你想说啊，你要补助8折的嘛？这个价格可不可以降下来啦？我觉得你应该必须帮业者做这个事才对啊。我的想哦，这真严重，一台30000哦，咱20万台60亿呢。哎，这不是小钱啊！我正讲哦，对了，我在想就是说，只要你政府这政策定了以后。因特殊是由成本一定会下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电子产品它很大特色就是量也大，我想哈，对了，我想一下，公路总局在这个事情上要思考的非常周全。我们预算如果够，我们如果有钱，当然我们希望几十万辆的车我们都可以补助。那这个时候不可能马上全部都补助嘛，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2000台的，好，我们优先来补助。那这涉及一个问题了啊，那什么样人可以获得补助？什么样的人？抽签，好，政府哈施政这个是最不好的方式了。那还没抽到的人，他一定会去拜托李俊宪委员、曾宝清委员、李坤哲啊，这加大白，我去拜托各部，对吧？这民众一定会这样子啊，这是一个最不好的方式，用抽签的。你定一个标准嘛，对不对？那或者说，他们这些驾驶人，他们在一定期限内，他们做到了什么什么事情，配合什么什么，好 ，OK， 你达到了标准 ，OK， 我可以来补助你。你要用一个标准去设计，说我在你达到这个标准，我就可以补助你啊，这个才可以达到这个公平。政府施政哈，好坏一回事，但最重要的是公平性。你抽签绝对不是一个公平的制度啊。以上这给你们建议了，我觉得不要用抽签的方式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会很麻烦。那
坤泽委员的建议，我们会在后续提出来的计划里面做一些处理。同样，那时候你怎么抽签？你要抽签？你冷签哥，你冷签哥，你要抽？我要未完工。我们在每一，因为是几个所，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所都有分配相关的数量。然后呢，希望要去申请的人都来登记。你随便举个例子，知道去抽签的人多不多？中签率多少？中签率应该当然是不会高了。没有没有。抽签我们都会通知，而且他在登记的时候就会跟他讲，我们要什么时候要抽签等等的，是。登记容易一摆被谁出完，要花很多时间去登记。你抽签过来一摆，你连个就是说来，你还讲被补助五千个对不？啊，一个人补助三万块，啊，你啊补助讲三千块，能变五万个啊？就来你前面的五万个，我最需要的大客车跟大货车，看哪一个比较。肇事率比较高，那个优先。我干嘛安尼才丢了？我讲你好，咱就是要把钱花在重点。我抽签完全没有所谓的鼓励的性质，无啦，我丢掉好难。好，我们接下来请李坤泽委员发言。我再次提醒陈局长，我们现在全国的大客车、大货车的总数量大概是20万台。那大货车占了16万台，营业的大货车大概是7万台。那这20万台不是2万台，20万台我们在109年1月1号，所有的大型车辆，包含大客车、大货车，都要纳入定检的项目。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如何要宣导，让我们的社会大众知道，这20万台都要在109年1月1号之前。要让他们装设这些视野辅助系统，减少这些交通的事故，这是公路总局很重要的责任。我们今天在18条之后有明定许多的法则，那这些法则主要也是要促进宣导这些交通安全的手段而已，它不是目的。但是我们在109年1月1号之前，我不晓得公路总局有明定怎样的时程来宣导辅导所有的20万辆的大客车大货车去装设这些视野辅助系统。视野辅助系统不是300块、3000块的，是3万块。那这么大的一个数目，我们如何要进行补助？要有一定的标准。你是要从年份、车型，还是肇事的死角的这个几率，还是他的收入状况？比较穷的要来补助，还是不管你穷的有钱的，大家都来抽签？这个公路总局责任很重大的，20万台，109年1月1号的，马上就要到了呢。这个是对社会大众很重要一件事情。法则只是我们要让大家去守安全、守规则的一个手段，重要的。是要让大家守规则，不是罚钱的。所以你这个时程要赶快明定出来啊，让社会大众了解啊，好不好？好，那在你说明之前，本席这边也建议一下，好，就是说对于这个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哈，很多委员都有意见。那事实上，你们说基于鼓励的一个性质，如果说是鼓励的话，应该是来者都有的话，才有办法达到鼓励嘛。就他来申请就能够获得这个经费的话，才有鼓励的性质了。那你抽签是没有办法是达到鼓励的性质。那事实上，在实际补助之后的技术面，我也找你谈过了，那个问题很大，所以你们要好好去检讨一下。因为这个又涉及到哈那个，我想我也不想在这边谈的了哈。那你们自己清楚，那问题出在哪里，你们要好好去检讨。然后这个现在是第一个阶段嘛，我们希望再来的后续，你们应该要好好去检讨一下，这个要改进的地方了，让这个案子真的能够更完善这样子。
子哈。好，那局长要不要再补充说明一下？我想各位委员提出来的意见，不止在这个这一次的委员会了，在很多次的委员会大概都有提出来，我们会去好好的检讨，然后提出一个相关的一个方案。那李委员特别提到相关的宣导的那些事情，我们大概就会后续我们会来做相关的进行。好，谢谢。所以它到底多少钱呢、啊？事业辅助系统、啊，它的大概金额大概，它有两种啦，每个牌子不一样，一种是比较完整的，大概是我刚才一直在讲的是32000块了。那当然也有简易型的哦，是7000块的，也会有了。对，是。所以说，我想说我们那个补助的这个差距这么大，那你补助的有没有？是到底要多少钱？你要定一个规矩，是我们会再去精算一下。那你32000的跟7000块的，是我们会再去精算，你补助的就不同嘛，对不对？是不是有道理？怎么样？你不能一次每个人都一样啊，都补助那么多钱。所以一定要一定的标准啊，你事业辅助系统的规格也要一定的标准啊，是7000的就可以，还是要有一定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规格跟标准？因为公路总局要赶快向社会大众说明啊，不然7000的抓一抓，你说7000的不行，7000就可以，那你要明确跟社会大众，不然这会误导大家，好像一个事业辅助系统要30000块。那你现在说7000块的规格也可以，你要赶快跟社会大众说明这个规格是怎样，7000块的就可以，或是怎样哦？这个要明确的说明了，好不好？宣导很重要，宣导很重要。好，那个我们没了，没了。那个我建议一下做法啦，因为哦，你的规格定出来，可能符合你规格要求的一套。假设要2万多块啦，哦，就是说现在这个价格，你可以辅导像工会是集体采购，还是说政府出面去采购，当你价格才会掉下来的。行车记录器以前刚上市的时候，一台都快20000块，现在一台1000块就有了，功能差不了多少，对不？啊，你现在怎么去估算它的价格？你现在估的说一台的价格啊？那你现在如果一台要2万哦，不要说2-3万，那个业者一定不会装了，很难装。你用法令逼他哦，哦，但他才哇哇叫了。你应该是鼓，你既然所谓鼓励大家，就是让大家装得也高兴嘛。你也不去补助他，你是帮一家争取便宜的价格啊。你疫苗钱甚至可以不用花，你也没开钱啦。你老集体采购辅导他们啊，是讲你看那个规格，我就想台湾电子制造这个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而且国外早就有了。我认为你应该是想办法去合乎你的规格要求，然后价格又合理的啦。这个大概这个你数量那么大，你。其实你们应该采购能力很强啊，如果你法令规定要装的话，全国10几万辆要装，哎，泰博就几条，这一点很上秀的啊。石永文还有意见吗？哎，有，等一下，那个我要请司长帮我回应一下那个资料保存的问题哦。然后因为那个游民委员他的提案里面他有连接车，那这连接车没有放在你们的这个建议里面，是它是归类到哪里去，还是说它不需要去加装？好，那刚刚我刚刚听的哦，我们有7000块跟32000的，那为什么我们政府是补32000，不是补7000？这是什么原因？可能要请公路总局说明一下。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行，好，那保信委员穿越到运啊，保信委员在。我来讲，搞定哦。我的思维足奇怪，用三万，男三万，男是32000哦，补助5000还整16000，还1亿多了哦，1亿多人家一台车，你叫整7000的补助1000块哦，鼓励啊，你什么时候截止我补助1000块？啊！现在一开6000块，啊，你要补助1000块哦。哎，将补助你16万台呢，就将近你要的20万台啊。所以你可以无限制开放，然后来你去整7000哎，我就来补助1000，超几10万台拢有啊啦。啊，如果再多一点，然后补助2000，我几月几号之前你装的，我来给你申请2000块，2000块。大概跟你 Anna 的预算就没有差很多啊，要不然就是1500或1000块，你几月几号以前装，我就给你1500、2000块，啊，那跟你预算开不偌济，不会高的人竞争，啊，好不好？好，那还有一些吗？没有，我们就停止讨论了，好不好？我们就请局长做一个统一的完整的说明，好不好？局长还是司长要说明？好，那
就是另外就是刚洪委员有提到，就是行车事业辅助系统的这个记录，对资料要不要保存哈？因为它主要的功能其实就是说它有相关的一些照后镜哈，它去确认就是说我们在转弯的时候有视野死角的补充啦，所以它其实是立即性的看，它跟行车记录器不一样。行车记录器它后面有就是说要记录要去保存确认的，那行车事业辅助系统它当初的功能其实是就是说它是马上就是比如说你在转弯的时候它有很多的镜子就是说它要确认就是说转弯的视野的死角，就是不要有视野死角，所以它视野的辅助系统它原则上有一些欧洲的国家进口的这个视野辅助系统它是没有就是说在记录，因为它的镜头是很多的。第四项前段规定吊销驾驶执照，也有几啊种啦，驾驶执照汽车驾驶人驾驶，也许它是数位，它是有一些是镜头啊，有一些车辆是旧型的，它只是装一些镜子啦。陈淑月等17人，对对，那个就七千块的镜子哦，所以它没有，它不是数位的，对，它有一些不是数，它有一些，因为有些车子立数位哈，数位变成说那个底盘那个很多那个一些旧型的哈，不阿都在整个就是说那个讯号没办法传递啦，所以它变成说有些车辆的话哈，它只能装就是把一些视野死角镜子要把它装。所以那个未来你们在检定的时候，那种的也合格，有啊，因为它旧型的车子有很多，旧型是很多十几年的车子，它没办法就是说再把一些讯号就是从它的设备去传输啦，哎啊，所以它变成说我们就变成说在这个市面上有两种形式，哎，那所以。那因为好的7200就有了这个资料保存的问题哦，我想可能是刚刚市长讲的，它不是行车记录的这个功能，但是问题是它如果它有这种数位资料保存的状况底下，就是有时候是很多事故的产生的时候，大家会要收集很多的证据资料。在行车记录器上面，可是因为行车记录器它没有办法照到那么多角度嘛，它只能可能就只有前方，所以这种资料有时候它可能它在肇事之后，它可能就会想说，那它赶快把它删掉。那这个我想就是有一些委员都有这样的提案，就是希望说，如果真的有一些意外产生的时候，如果它有这样的一个设备跟这样的记录，它不应该被刻意的去删除。好，所以这个好像很多委员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提案，所以是不是说，如果它有这样数位的功能的时候，它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删除的一个是的动作？跟委员报告，就是行车记录器现在有保存了哈，啊，视野辅助系统，因为它确实有一些部分它没办法保存，那我是说，就是说是不是等到就是它有一段时间后，因为它现在有一些简易型的，它是没有弄保存功能的，它只是因为它当初的视野辅助系统是避免死角。他就是要把死角的那个镜头都要把它装上去，所以我是说哈，委员这个可不可以就是等到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了解就是包括国际上面跟一些产品哈，就是说它有保存的功能比较具备的话，我们再来修，因为不然的话哈，就是这一次一修进去的话，有一些就是产品没办法保，就是说做保存的哈啊，都不符合我们的规定，都要处罚。那我们的当初视野辅助系统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把死角，就是把那些转弯的时候的死角要看清楚而已。哎，雷市长，那你先回答我一下那个连接车。哦，连接车是这个归类在大货车，就归类在大货车。对对对，没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就是针对第十八条之二哈，就是针对各位委员提出的提案之后，我们交通部好，他有提出一个修正的条文了哈。那各位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交通部的修正条文通过。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讨论第21条。行车驾驶人有第一项第五款之情形，致视觉功能障碍者受伤或死亡者。好，我们看第十一页第21条。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请李坤泽委员。委员郑运鹏等20。李鸿钧委员提出有关酒驾者经吊销驾驶执照或吊扣驾驶驾照期间无照驾驶要加重罚款1/2，这个部分啊，确实相关的罚则是有调整的需要。如果酒驾者因为酒驾被吊照，但是他仍然持续无照驾驶，甚至无照驾驶啊，
无照酒驾，那这相关罚则确实是要提高的。第一项各款刑事者，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好，那我们行政部门要不要做说明？好，是。那这一次就是我们交通部所提的版本哈，其实也是依照这个李鸿钧委员等19人提案的这一个修正的精神啊，基本上只是把文字做一些就是把它调整而已，把它就是说在法律用语上面更明确化。那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个。无照驾驶，它是因为这个酒驾被吊扣的。那这个跟一般这个之前他这个21条处罚的6000到12000，再把它加重变成是9000到18000。哎，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这个就是依照委员的版本来做文字的一个修正而已。好，那各位他们意见，交通部的修正条文是在13页了哈，大家看一下，就是汽车驾驶人违反第35条规定，受吊销驾驶执照尚未考领前或吊扣驾照执照期间嘛哈。驾驶小型车或机车者，除依第4项规定处罚外，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9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并当场禁止其驾驶。这个是交通部的修正的文字。那各位委员们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交通部的修正条那个文字通过。好，那我们接下来讨论第21条之一。好，也是李鸿钧委员的提案。经测试检定有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之情形者，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款。第13页了哈，13页、14页了。接受稽查。就是赵伟，我来说明一下，21条之一的话，其实它跟21条一样，其实就是对于无照驾驶，不过它是针对大型车辆的，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参照这个李鸿钧委员等19人的提案哈，那把文字哈精神是一样的，那文字就是比照21条做相关的一个文字的一个修正了。好，那各位委员看一下第14页哈跟第15页了哈，那个交通部的。修正的文字的部分。各位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交通部的建议修正文字通过。好，那我们接下来讨论第31条。身份查证作业程序公正规定办理相对不严谨，建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改法有失公允，建请验证部警政署就。第31条有没有委员要先发言的？临时提案，第一案，交通部现在31号。对。好，赵正宇委员。那主席，谢谢主席哈。那个第31条就是驾驶人未系安全带1500块罚则嘛，跟以前没有变嘛哈。现在就是大客车嘛，大客车他也这个我们要讨论一下。大客车驾驶他本身会系安全，但是乘客他要负责有没有？因为他是驾驶人，他负责说乘客到底有没有系安全带。如果乘客没系安全带，他罚2000块。那公共总局交通部的意见是如何？司长，那请司长先说明一下。或许可提供运输业者导入参考，提供民众个案服务。第31条，就是对，现在就是我们的版本是依照林俊宪委员的版本，是对于驾驶人没有系的话是罚2000块，那就是乘客的部分，乘客我说乘客的部分在一般道路上面是1500块，那高快速公路的话是3000到6000，对，还是跟既有的条文是没有变，没有变，对，没有变是。好，那我们郑运鹏赵伟，谢谢赵伟哈。那我有一个再修正动议，现在刚才发下来哦。那在这个礼拜我质询的时候就有提到，就是对于乘客，尤其是后座的，其实不管是小客车或者是大客车，你几乎是处罚不到了。那但是他的罚款也有他的教育意义哦，所以我的修正动议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说，在第一项的时候应该是加后座应该加4岁以上，4岁以下他没办法系安全带嘛，是不是要加？
对，所以它是另外规定，所以那个四岁以上应该要加进去了啊，这样比较完整。第二个是把乘客的罚款是不是用最低的300元来处理就好了？哦，那这样那是告诉乘客说你的确会被罚，那但是有这样的300块，但是其实因为处分不到，所以我认为象征意义就好了，不需要罚到什么2000元到危险驾驶的那样的一个等级了，好吧？这个请大家参考。针对好，我们第31条哈，有2个修正动议了哈，一个是我们郑云鹏赵委提出，那另外一个林俊宪委员，那是请林俊宪委员再说明一下。好，谢谢赵委啊。我的提议修正是说，其实啊，系安全带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呐、啊。哦，那你我们有一个法令的时候，虽然他也许刚开始执行宣导，那不会效率那么高了，但是哈、哦，有法令在那里，我们执法就于法有据啊。那只要没有系安全带，司机乘客通通要罚，你乘客也要罚。因为这个是为了你的安全啊，只是啊，如果司机没有宣导的话，那司机还有那个业者，我们本来就有规定都要罚，他们就有一点加罚了啊。比如司机在你如果车子发车之前啊，你没有告知乘客，没有宣导，那司机再罚500啊。好，那好像我们原来就有一个交通安全的那个规定里面。那业者本来他就有另外再罚的嘛，好，这是我提修正的动议的一个思考啦，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系安全带在高速公路啊、快速道路，司机乘客都罚3000至6000啦，因为那是你自己安全，你要为自己负责啦。只是司机和业者啊，在另外有宣导的责任啊，在如果你没有宣导，那再加罚，司机是罚500块啊。那有些特殊状况。我修正动议是写必须要由交通部定资，因为有的公车啦，公共汽车它有的有站票，那有时候公车会经过快速道路，那一段的话，那你怎么处理啊？所以这个交通部可能要另外规定的、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有站票的大客车，它如果有一小段，万一有经过快速道路，那它站着它没有办法系安全带，那怎么处理啊？所以我这里大概有。想到如果有我们没有办法规范的状况，那特殊事由没有依前项规定系安全带由交通部定那个定资了哈。好，那针对这2个修正动议，交通部这边有没有什么意见？好，是，那我先针对这个我们郑委员所提的这个修正动议哈，跟委员报告哈。委员就是在这个第一项里面，就是要把小型车的后座，就是要把它写上4岁以上的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那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包括系安全带哈，跟这一个安全座椅哈，其实它都有相关的执法。那我们现在哈，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就是幼童要坐安全座椅的，它其实规定是说4岁以下，而且在18公斤以下的，因为他如果说有的太胖了太重了，他没办法再坐安全座椅，所以跟委员报告，其实现在的法令规定，其实在小型车其实已经都非常清楚了，就是哪些人要系安全带，哪些要坐安全座椅，他其实在这个执法上面，其实还有这个这个处罚条例31条之一，不用写就对了，对，不要写，因为这样子写，这个我没有意见，对对对，因为他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公斤数啦，所以我们这边如果又写只写4岁以上这样子。他有些就是公斤超过18公斤以上，其实他还是可以系安全带，是啊，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郑委员这边有一个就是说罚乘客的这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比如说这个营业大客车、计程车哈、租赁车辆驾驶人已尽告知义务哈，乘客仍未系的话，处罚乘客就是改成新台币300元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哈，因为现行的条就是这个31条的这个条例的话哈，其实就是。他有这个未系安全带的话，处罚该乘客。那这个条文哈、哦，从民国85年，我们查了一下，民国85年、90年哈、哦，这个修正了几次，其实包括一般道路罚，就是比如说已经告知了，乘客还不系，
那一般道路就罚1500，然后高快速公路罚3000到6000。好、哦、啊，这个条文其实现行条文已经施行是比较久了啦哈、哦、啊。第二个部分的话哈、哦，目前哈、哦，就是我知道委员是说啊，这个是自己的安全要自己顾哈、哦、啊。不过就是300块会不会太低了？因为像现在未戴安全帽就罚500块了啦。啊，起码是讲系安全带，要不要就是说一下子？你们到底有没有罚过啦？乘客到底有没有？你们到底罚了几次？哎、欸，乘客的有，乘客的部分的话，就是目前因为包括就是说这一个前座的乘客其实都有未系安全带，我们检察机关这边的话是104年是这个。前座乘客未系安全带是11786件，那都是拍测速的时候顺便被拍到的。对，他是后座，你都罚不到了。对，对不对？后座乘客的话是105年是751件，那106年1到11月后座乘客有罚了915件，他有啦。他不过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处罚为目的啊，只是说哈，这个其实已经。这个比如说乘客 的就是因为要告知，那告知如果乘客不系的话才处，这个乘客真的已经被人家告知了但还是不系的话才处罚，那这是一个吓阻作用，那其实真的不是要处罚、啊、只是说罚的也不件数也不多。第一项的部分你们觉得不要再降到300块吗？好，目前因为他这个条文、就是、以告知人不系的部分就不要调额度，对不对？对对、哦、这个我没问题。好，是，所以第一项那个刚才市长你讲的年龄跟金额我都没有意见，就照你的没有关系。是是是。第二项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就是他乘客降到这一个300块的话，会不会就是说吓阻作用就稍微少了？而且就是其实他我们这一次的修法并没有加重处罚额度，只是把这个大客车行驶高快速公路把它加上来而已。它额度其实这次基本没加额度啦，哎，基本没加额度。啊，是。这次没有加额度，这次我们是加就是大客车，反正就是上高快速公路，乘客要就是系安全带啊，驾驶人要去告知啊。另外就是那个我们这个林俊宪委员的版本，就是如果说驾驶未尽告知义务的话，罚驾驶500块哈。跟委员报告，就是因为就是在运输业管理规则哈，就是当我们是对于驾驶业者哈已经有要求，就是驾驶在就是比如说要告知乘客。要系安全带啊！如果说不，他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以他罚得很重了，他是9000到9万块，还要比这个重多了。所以是，对对对，罚业者啊，业者的官司归、啊、好，行、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了、啊。好，那郑宝兴委员，一二三四五，第四项第五项讲同一件事情。但是你第五项把它另外列出来，人家看不到到底机车附属那未依规定规定是在上面讲那事情，所以这一条应该按照 N 条文，然后连在一起，放在同一项，而不是另外独立一项。这独立项哦，这会造成不晓得你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个应该没有动到吧？第四项跟第五项，机车负载人员一二。三四跟五项是同一件事情，哦、他所以同一件事情把它切成两项。我让你看一项，你唔在讲啥？本来 N 条你是放在一起同一项的了。不，是跟政委员报告，他原条文他就分两项，我没有动嘿。这基本一基本无叮当嘿。规定什么东西？他是在讲上面说对6岁以下儿童。得出力嘛，对不对？然后机车附带人一样是在讲附带人员嘛，而不是另外成立一项法律的一个下来。是，哎，跟政委报告，他那个第五项，他是就是处罚戴安全帽的，就是机车驾驶人跟载人哈，你没戴安全帽罚500块啊。上一项第四项是说，就是你机车载人跟物品，不是你
却看到第六项，啊，讲第五项。第五项，原来条文是放在同一项，你讲那是第六项。汽车载人，哎，我理解，啊，这是机车，这是机车吼，载人噶载物品吼，你会载上，比如超宽、超高啊、超重啊，对，这是这样是机车，无啊，这是汽车的，汽车的人。有我载了，哎，你这样本来是讲做负载人员，我讲，这是汽车载人，载人，这是另外一个规定，对，这个现况在这里。宣读审查会议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附带决议第二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本次修正系参照美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之意旨，原因美国修正东西就不处理了哈。好，那针对第31条哈，我们就照交通部所提哈的建议条文通过了哈。那修正东西就不予处理。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处理第33条，有关视觉障碍者通行优先路权之规定，提案人陈淑勇、王章等。33，28页。第33条是请那我们来说明。对，33条的话，就是交通部版是依照这个陈委员数月所提的17人提案哈，在修正，就是我们在第一项的第6款哈，就是在使用灯光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把它就是说把它写得更明确化，就是不依规定使用头灯、近光灯、远光灯、雾灯、危险警告灯或其他灯光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让它更明确。那第9款的部分的话，就是有加入，就是未依规定使用路肩的话或故障车辆遇时停放路肩，那就是这个部分我们修正的这2款。好，那坤泽委员，这个招委的提案，非常明确啊，陈招委的提案很明确。那目前规定灯光的概念其实是很模糊了，那法律文字必须要明确化，所以我非常支持陈淑月招委的这个提案。那修正为近光灯、远光灯及雾灯，这个修正方向是正确。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灯光类型？刚才也提到有警示灯啊什么。好，这个交通部要确认啊，要明示跟确认，好不好？好，谢谢坤泽委员。好，那警政署有意见哈。主席、各位委员，好，关于33条以上6款，这个灯光把它修正的更明确化啊，那我们非常的赞成啊。但是配合第42条啊，一般道路的灯光啊，这个部分把方向灯也加上去啊。那如果说第6款这个方向灯不加上去的话，未来在高速公路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会比现行的罚款低，因为现行的罚款是把它纳在不依规定变换车道，但是第42条如果明确规范之后，也会罚的比较低，所以我们建议说第6款，比照交通部提出来的第42条，不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顿号、头灯、近光灯、远光灯、雾灯、危险警告灯或其他灯光，建议加上方向灯。是，好。那很好的意见，那交通部这边有没有意见？哎，就是可以接受，就处罚变一致啦。本来是那个比较低，没关系，我们就同意。好，那我们就加入方向灯了哈。好，这样没有意见啊？同意啊，同意。好，那第33条我们就按照交通部的建议修正条文通过哈。好，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讨论第35条之一。是三十五条之一，我这边报告就是也有跟这个李鸿钧委员办公室这边报告过了，因为35条之一，他委员所提的是对于酒驾的加重处罚啊，酒驾加重处罚，我们在党团协商11月30号的时候，酒驾加重处罚让一个拢走给啊，让比如说累犯的话就9万9万9万，然后拒测18万18万18万这样子，所以有跟委员报告过，就是已经党团协商的这个版本比他的加重二分之一还重了，哎，是。所以就没有。所以我们第35条之一就不予增订了哈。好，谢谢。那我们就接下来讨论第36条。是三十六条林黛桦委员所做的提案，他主要的精神是说，他要把那个吊销驾照改成就是只有吊销小型车的职业驾照啊。我有跟委员办公室这边说明了，就是吊销驾照哈，因为我们现在的吊销驾照就是把所有的驾照都吊销掉，我们没有说不是把小型车职业驾照拿掉以后还拥有普通驾照啊。其实委员的精神是说，跟司法那个大法官解释是一样，就是这个未办职业登记的话，不用直接就是把他的这个工作权都取消掉，所以我们同意啊。所以基本上其实就是把这个吊销驾照把它拿掉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行政院这个交通部的版本的话，就是吊销原条文的吊销驾驶执照这个部分拿掉了，那未办职业登记的部分是在第二项的话又这个加重处罚，那这个部分有跟委员办公室有报告过了，对。好，那这个部分第36条有没有其他委员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交通部的修正文字条文通过。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讨论第37条。是三十七条，因为就是说它的这个修正的幅度比较大，那因为也有很多委员的提案的版本，那交通部这边做一个综合的说明哈。那主要其实是也是针对依照这个司法院大法官的这个79号的解释哈。那在我们在第一项的话哈，就是把这个陈犯下列各罪之一经有罪判决确定哈，那这一个部分更明确。那原条文的第一项里面哈，相关的这一个违反的这一个行为的部分，我们把它分款哈。那分款的部分在第一款的话，就是把它加了一个故意重伤。那在第二款的部分，就是刑法的第185条之三哈，这个是对于这一个酒驾的部分也把它加进来。那在这个第三款的部分没有修正哈。那第四款的部分就是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这个部分原来条文是整个条例违反都是禁业，都没办法开机器人车。那就是大法官的解释是说，需要就是就他的相关的行为哈，是不是有比较危害乘客的，所以我们在第四款哦，就是把它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是界定在第7条跟第8条，那第五款也是一样，惩治走私条例是只有第4条跟至第6条，那加了第6款的组织犯罪条例的第3条、第4条、第6条，那第7款这个毒品危害条例没有修正。那在第二项这边的话，就是犯前项第3款以外之罪哈，那第三款以外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妨害风化跟妨碍这个性自主相关的一个条文哈，我们就是这个部分的话是维持终身禁业哈。那其他的情形的话，就是在申请职业登记前12年以内未在受刑之宣告执行的话，就不受前项规定的限制。这个部分就是说，也就是如果说这个12年内他没有再犯的话，是允许这个计程车驾驶人可以重新来这个申请办理这个职业的登记哈。那另外就是在我们的同样在这个第二项的后面，就是有加入这一个2款哈。这个第一个就是因为他要有一些要件哈，包括缓刑期满而缓刑之宣告未经撤销，以及第二款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经执行完毕或赦免，或曾依减速流氓条例裁定应为交付感讯期满，那也就是说要符合这两个这个要件，好，这个我们才有就是在12年内未再受刑之宣告或执行的话，不受就是说终身禁业的一个限制。好，那在这一个第三项的部分哈，我们就是把文字稍微做一些，就是跟他让它更明确化，包括计程车驾驶人犯第一项所列各罪之一，
一审法院判决有罪的话，是先吊扣驾驶这个职业登记证。那法院判处有罪判决确定的话，就是一样，这个就是跟原条文一样废止职业登记。那同样的，就是说他是除符合这个第一项规定情形外，不得再办理计程车驾驶人的职业登记。那在这一个第四项哈，这个我们就是也做了一些修正，让它更明确化哈，包括这个计程车驾驶人犯故意伤害，刑法第231条之一至第235条及第315条之一各罪之一，或利用职务上机会犯窃盗、侵占、诈欺、妨碍自由，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后。这个相关，而且吊扣其职业登记证，经法院判决有期徒刑逾6个月，确定而未受缓刑之宣告者，废止其职业登记。那这个部分的话，在这边也明确规定是3年内不得办理。那以上是这个37条综合这个各委员版本以及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释所做的一个这个交通部的一个版本是。好，那针对第37条，好，周委员。谢谢主席。那是我在提37条之前，我先回过头来询问一下33条一些意见哈。那我想请教路政司，现在我们那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跟道交处罚条例要一起合并变成一个道路交通法，是不是？那将来，因为我现在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是有处罚嘛，那处罚要明确嘛。所以有把灯光，把这个头灯、近光灯、远光灯，包括刚刚公路警察讲的方向灯都明定进去。那这样会不会有一个将来科技啊日新月异，会不会有挂一漏万？那如果有没规范到的，我们又要回过头来在这个条例再来修正，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去把灯光或者相关的那个？要注意的这些灯光的相关的范畴，把它放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写清楚，不用动不动我们就要回过头来修这个道交处罚条例，影响这个法律的安定性。我现在是要请问说有没有这个方向？跟委员报告，目前其实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就是附件里面的灯光的类别，其实已经都把它写上来了。那而且后面还加了一个或其他灯光啊，所以就是说有弹性的。那所以现在是这个的条文的处罚是说，只要有灯光，就是灯光你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就要处罚，什么灯都包括在内吗？对，这边有了，对，这边相关灯光的类别，对，危险警告灯、侧灯有没有？有没有侧灯？没有，那个是方有些是方向灯，对，侧边的灯那个是方向灯。那我们现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有把灯光的范畴写进去了，是不是？有列举就对了。有在附近。对，灯光的种类是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附件7类别的部分有。就是在附件，在本文里面看不到。本文的话是使用的规定是在109条有。啊，那个是放在附件嘛，各个灯光的那个。灯光类别哈，因为它包括就是类别，还有装置的位置啊，一些功能的部分，因为它比较多，所以它会在附件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要在。反正就是要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然后再去看附件，这样比较清楚。是。好，那这个将来应该是在道路交通法会做处理吧？它有一道路交通法的话，基本上就是跟人民这个使用道路的权利义务有关的，就是会放进来。可是有一些部分，因为如果太复杂太多的，还是会在执法里面这样子。好，那37条基本上你们有来说明，那这个。主要是嘉宾委员的提案啊，那你们现在有在做一些区分，基本上我也是，我基本上我认同啦，也可以接受。那现在我要请教是37条第四项，就是你们的建议条文后段哈，经法院判决有期徒刑逾6个月确定而未受缓刑的宣告，那如果有受缓刑的宣告，就不废止职业登记吗？是这样解释吗？就你们现在的修正建议条文第四项的最后段，因为你问你的前后像我这样子看，我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是有受缓刑宣告的话，就不废止了吗？是这样的解释吗？对，是。
是。那但是他还是有受到前项要吊扣职业登记证的这个处分嘛？他在一审的时候判决有罪的话，先吊扣。反正只要全部判决一审有罪，就先吊扣，然后最后如果是判六个月未受缓刑宣告才废止。废止是是。那如果是六个月内的话，可以一颗罚金的话就没有废止，是这样的解释吗？哎，是是是这样的解释啊。一般人刚好他跳刚跨舞，这样子就很明确了吗？你们的第四项。不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他在执行的话是由这个我们这个警察机关，就是由政府部门来做的啦。所以原则上就是说，他需要吊扣或者是要废止职业登记证的话，基本上就是有相关的判刑的话，那我们主管机关这边的话就会来处理。这个第四项就是整理起来，就是你第一审判决有罪，不管是六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都会吊扣，先吊扣。那最后等到他的判决确定，那他如果是判六个月以上然后没有受缓刑宣告，就是一定要去关的话，就是废止他的职业登记，三年内不得办理。 是这样的意思啦。 是没有错。是。好，那之前质询的时候其实也有提到说要去委托研究嘛，那你们之前五八四的研究，93年五八四的研究是到102还03才做出来，那个时间上是当然有他当时的背景。那现在这一件如果要再委托，可能也来不及啦。那所以说，但是还是有没有可能再做一个委托案，再去明确？是，所以因为你们这次的列举好，那个不同的区分是，就很多把它直接定进去了。对。我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因应这个6月2号的大法官的解释哈，有会同这个我们各部会哈，还有法制单位专家学者，所以才会就是说这一次大概有一些的这一个以前的条例相关的违反的这个行为没有那么明确的，我们都有特别把它就是说再把这个明确的条款把它定义出来。是，那我想说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大法官解释这个部分的话，我想我们立即因应。而且大法官解释里面就是说，比如说对于当初吊销驾照那个部分的话，哈，就是好像剥夺他工作权那个部分，那立即就失效了。那个我们就立即执行了。哦，好，有那天那个质询的时候，基本上我对你们第一项有在做一些线索，这个方向我个人是认同了哈，不要全部的惩治走私，全部的枪炮弹药弹药弹药管制条例全部都说不能考照，这样有侵害。那好，谢谢主席，我的意见大概是这样，谢谢。好，谢谢村民委员。好，那针对第37条的那个修正，有各位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如果没有，我们就按照交通部主席，不好意思，好，法务部，不好意思，那个法务部代表发言呢、哦。好，一个小小的意见，就是在这一条的第四项的部分，第四项，那第四项的部分呢，这一次增列了一个叫侵占的一个罪名啊、哦。那侵占的话，接着条文写说，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后。那因为侵占这部分呢，跟交通部那边了解过后，它是重点在于侵占遗失物，就是客人他遗留下来的物品侵占遗失物。可是侵占遗失物在刑法上的处罚呢，它是罚金500块，它没有处徒刑，所以不可能有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的一个规定的适用。那罚金500块的话，依照要乘以30倍，折合新台币也是15000块而已。所以这个侵占遗失物这个罪哦，可能在这个条文里面是用不到，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所以这个侵占这个罪名有没有可能要再做斟酌的必要？以上说明，谢谢。那市长要不要说明一下？因为这个部分当初就是也有请法务部的单位给我们指教啦。不过没关系，可能当初检视就是说他是说只有罚金，他不是有期徒刑的。那所以我们就把第四项的那个侵占那两个字拿掉。哎、欸，他因为他不会受到有期徒刑的宣告嘛？对，哎、欸、是。好，那我们就是在交通部的修正的版本哈，第四项哈，就第我们看第34页。但是你拿掉就等于侵占遗失物不罚啦，就没有办法。
你就不管他了，因为在刑法上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刑度嘛。不是啊，你要不要另外规定制，还是说你觉得侵占遗失物，因为你们拿掉，那你把它列的，也要把它捕猎在什么地方？赵伟，你听我意思不？我知道。你希望讲侵占铁雕，你不要抗议对？啊，还是侵占遗失物？你们认为 OK？ 侵占遗失物如果在这个计程车里面，它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专业跟职业道德啊，因为乘客放在车上，对啊，你本来就是要归还嘛。这而且是因为你有那个空间，才有这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这边是讨论他适不适合继续开计程车的问题，跟刑法那个，你那个刑法的处罚，现在就是归刑法的那个追溯。我现在是说，以那个继续开客人车位啦。不是，我要问的意思就是说，放在这边的话，你用麦克风好吗？让我们大家听哈。好。用。哎，我们有麦克风，来用一下。那个报委员，法务部的意思就是说，你即使是放在这边的话，也没有这一项的适用。我知道，我同意。我就是说，那侵占客人的遗失物，那我们要在什么地方规范来处罚这种行为啦？不，这个行为就是直接依照刑法去判嘛，依照刑法啦，就是没跟驾照无关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认为说，你不适合当个计程车司机了。本来就没有做规定说侵占罪要吊扣执照啊。那法务部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不是了，另外拿出来写就好了，或者是要加进去拿文字怎么写？他后面就是有一个，还有后半段经嘛。那个法务部通常侵占遗失物不但会判到有期徒刑以上的刑吧，对啊，所以不会在这里面。现在折合新台币也只有15000、啊、对，那现在军宪委员是的意思是说，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他就是要受到这样的规范，而且是很高标准的要求，那这边没有处理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变成我们这边也是不是？如果真的要处罚到侵占遗失物的话，那就经第一审法院判决，就变成有罪判决，就不能是有期徒刑刑啦，就不能有刑。但是变成有罪判决的话，就包含拘役啊、罚金啊这些，通通包含在内。会不会又失之过？那又太大，窃盗这个部分是这个部分，可能大家要再讨论一下。好，就是这是一个好问题。对，因为法务部这边的意见就是说，我们把侵占罪列入，可是后半段我们有一个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以上之刑。那法务部的意见是说，侵占罪也不可能构成这样的刑度嘛，哈，所以我们列进去，事实上也没办法罚不到了，哈。可是我们军宪委员的意见是说，这个是关系到那个职业道德的问题，哈。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另外在哪里的文字来补上去，就是说这个计程车司机有犯侵占罪的时候吊扣几个月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分？那司长，哎，跟赵伟报，我们跟法务部再把文字确认一下，就是原则上我知道侵占他不受有期徒刑这个宣告，不过就是刚委员有提到，就是说侵占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他能够受到就是说这一个约束啦，就是职业登记的这个约束。因为侵占这边有两部分啦，一个就是我们一般认知的侵占，一般就是一米家让你家让改讲起来，那最主要是我们要求这一点啦，因为他常搭东西放在车上嘛，是，那你本来你的专业道德就不能拿，是，就是要去报啊，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对于建设驾驶还是希望有一些约束，我们把文字跟法务部再把它确认一下。对对对，好，那我们休息12分钟好了，我们休息到10:30休息到10:30好，让我们交通部跟法务部做文字修正哈。好，谢谢。要不要应该是要回到这一条了，
对，你讲的就是说，他在这里拿掉就不能够调控，应该也是这样。我要用保护。是这样子啦，没有没有啦，现在是这样子啦，你现在就是侵占罪哈，经地审判者有期徒刑听说调扣及职业停止哦，他没有啦，变成说不可能，也不可能调扣，不是啦，分号先据点，然后犯侵占罪，把侵占拿掉。跟我们报告一下，其实我们这次的修正有加上利用职务上行为犯这些罪，事实上是有跟原本的条文是限制，所以他等于说利用职务上犯这些罪对乘客的风险，对，所以我们才会跟江部建议说，因为我们你这样讲也会没带那个，跟他建议说直接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让你收尾，拐角是。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判决看得出来，你是检察人，有罪判决，经地审法院判处有罪，有罪判决，有罪判决确定，哎，已经有罪判决了，有罪判决，经地审法院是有罪判决，稍微晚一点，但是没有了，那个法院判决有罪，判决有罪。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罪后，这样，第一个是考验。然后，但是这个判决有罪呢，会包含拘役啊、罚金啊，通通进来了。好，这是变成说，没有发生哈。第二个方法是前面的侵占拿掉，前面侵占拿掉，后面是犯侵占罪。不是不是，我们现在讲，我想跟范总说，这个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利用职务上机会犯侵占罪，你要判有期徒刑以上才叫，还是要先从加上后面一段？对，所以说的话，假如说要加的话，变成说刚才包括这样子说，前面不是有期徒刑，它包括有罪，就只要是有罪，哦，那包括罚金的，而且只要罚金是多少？这个就是政策上要不要花到那么重？好，这个东西我就有相关。因为侵占蛮少。是机动车跟车队，对对对。委员的意思是认为说这个算是很重的，所以要来调控。我们很严重，就是要这样子。对，所以说我说这个东西，对对，用这我是觉得这个是比较调控。那就是加厚短的，看有没有罪，看身上有没有，不要说有，只要有罪的话，就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应该可以接受，就是说你侵占那个乘客的遗失物的话，就要调扣。对对对对，就是你被判定有罪的话，就是即使是罚金也要扣。对对对，那这样子有规范到的。没有了，那个我跟委员讲过了。他同性比较帅，他就不高兴。好在没有这个问题。没有没有，他就说好在这，他有讲，他有讲。好在这，他知道。对对对，这比较好。因为对对，因为其实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恭喜好，是。应该是把这个改成有罪之就好。放太宽，对对对，其他的都要。对对对，那我们前面只是说有期徒刑的，而且是这个有期徒刑是六个月，所以把它放太宽。第二个应该可以。对对对，跟我方案一样，把对对对对不一样，对对对。不是啊，不是这样，一同要同到哪里去了？全部啦，共同分享。只是整箱的钱，不会，就没有，有可能没有成，有可能没有成，对，有可能共同。
我们没有，不要讲一同啦，就直接讲说那个就对了，直接讲那个就掉扣就好了，不要讲一同啦，因为一同会解读到同到哪里的问题啦。这个因为那个文字后段。用词汇上机会分清，对。不是，你一同是指那个掉扣嘛？那问题是中间也算文字吗？有对判决，有对判决，对，要吧？然后吊扣其驾照嘛，吊扣其职业登记证。犯轻的罪，要不要经有对判决？要，一定要，一定要。对。然后吊扣其职业登记证。对啊，这就直接写啊，经有对判决确定的废止期间。会期啊？没有，现在不要到会时嘛，现在就是吊扣而已嘛。没有啦，你不能讲会址啦，那个会址太重了啦，就吊扣就好了。没有，是吊。对，因为那个什么，六个月都用不到。经法院了，不过他这里是这样用的吧？可以了。判决有罪。对了，前一项的话，判决有罪后，吊扣及职业登记证呢，就这样子。不能这样子阅读了，不能什么要明讲啊，不能讲说那个有罪就会止啊，不能这样子。你们这样执行的话，太严重。一审判决有罪是掉扣了，如果他没有上诉的话，就确定他就掉。那如果他上诉二审的时候，也是一样，二审的判决就会掉扣。确定后就要废止，废止一样啊，就一样。对，这样会不会就是说瓦写的明确，就不要写明确。那最好，那我们就是在据点之后就写说，利用职务上机会，利用职务上机会犯侵占罪斗点，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罪，斗点要扣其职业登记证。判决有罪，
肯定者啦。者啦，已经不是了。你前面一段已经这里已经都有经写了，那时候就照这一段。判处有罪，判处确定，会判没有了，你还是照第一项的文字，不然的话你连前没有前项，前项不是第一项，你不然的话你就让人一起改，要改就一起改，哎，不然的话就配合这前项的文字。现在我们大家都改。主动安全有些是要提醒说，主动安全一定是要提醒说，因为他那个需要机会太庞大了，包括自行车跑道啊那些，这些东西都太庞大，大概没办法冲进另外一个车道，但是可能碰撞的时间那时候有两个安全，一个是像永远自己在紧张，对，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在 ART 这边的问题，他们缺少，所以实际上这个事情呢，两个预算都是差的，他们也是时间有差，然后。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那请问交通部这边，修正的文字。好，那就是在第四项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在原条文的那个侵占两字拿掉之后，我们在第四项的最后面再补上一段文字，那也所以也对于就是说这个。这计程车驾驶就犯侵占之罪的话，还是一样，就是说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个处罚。所以在第四项的这个句点之最后面句点之后，我们就再加一段文字，就是利用职务上机会犯侵占罪逗点，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罪者逗点，吊扣其职业登记证分号，其经法院判处有罪判决确定者逗点。废止其职业登记逗点，且三年内不得办理据点，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效果跟原来我们就是想要对于侵占罪者，就是做相关的职业登记的一个处罚，也有一样的一个作为，是将更明确了哈，而且也就是可以实际上去执行落实了哈，所以是在第四项的最后面后段，是把侵占，那你刚讲说是第一审。法院判决有罪者，是不是？是是。那你现在的本第原来我们这个第四项是写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后，这个后要不要改成者啊？两个文字上会比较一样，还是说这个后有它另外的意思？因为你也是你刚刚讲的侵占是你是讲有罪者。
那现在是有最后，看像后或者是者，好，要不要一致性？好，我应该是可以，就是把后改成者，者了哈，可以哈。我们法制单位说可以，你们原来的文字是后嘛？是是是，那我们就比较没有这样的用语嘛？是，那我们就一样，同样都改成者这样子。好，那还有没有？好，那另外就是在第二项，刚也有请教法务部，就是把文字稍微再写得更精确一点。我们第二项有增加，就是犯前项第三款以外之罪哈，那把它加那个犯前项第三款以外各款。就加两个字各款，因为怕就是大家就是解读上面有问题，就是在第二项就是再加一个各款，各款了哈，第二项加一个各款。好，那将其他委员他们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第三十七条哈，就照交通部整理以后的文字再修正通过。好，好。好，没有意见了哈。好，那我们就是照刚刚我们交通部哈再次整理的这个文字修正之后通过。好，谢谢。好，那个我们卢修燕委员哈有这个一些意见要询问哈，那我们请他发言。谢谢主席。各位委员非常不好意思哈，耽误大家时间。因为我有一个是八条之二的提案。那因为刚才在同时在财委会在审这条的时候，我同时在财委会发言，所以来不及参加。那我看有关于这条的提案委员今天也都可能时间撞档没有办法过来，那我是那边完以后赶快赶过来，现在已经到四十七条，非常不好意思哈。不过我刚才听说十八条之二是照这个行政院的版本通过。那我个人因为我自己的版本跟行政院版本略有差异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大型车辆因为它视野的这个差距导致造成肇祸或者造成死伤的案件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条主要的精神就是希望它能够加装有关于视野补助的系统。那我跟行政院的版本略有不同的地方，第一个是在罚则方面，因为我看行政院的罚则稍微偏轻哈，那我的话就是稍微提高一些。第二个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要它额外的加装这个补助设施，视野补助设施。所以呢，我的条文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法律公布实施以后多久之内必须要加装完成。那这样的话，让这些业者他必须在一定时间之内配合政府的法令能够加装完成。那当然，我知道这条法律通过以后，交通部会责成相关机关在一定时间之内去处理这些设施。可是如果说没有法律的上一个约束的话，那有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耽搁，所以我不晓得有关于十八条之二的这一条呢，是不是在罚则或者是他在加装设施的实施日期上能够再做一点点调整。非常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那请司长你再说明一下。好，那卢委员的这个版本里面哈，就是我们的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就是我们现在的罚则就是12000元到24000元的罚款，这个跟十八条之一的这个就是行车记录器的处罚的额度是一致的。那委员的版本其实只是在上限的部分哈，因为下限是12000元是一样了，那上限我们因为大部分都是有一个倍数关系啦，所以我们就是说12000，那就24000，那所以就是说我想跟委员的版本。30000块是差距不是那么大，那因为而且也有倍数的关系。那另外就是说这个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就是说它的实施的日期哈，这个因为它在这个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它有对于就是说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是对使用中的车辆，它有一些就是说在109年，就是在这个两年后109年1月1号使用中的车辆全部都要装。那新车的部分我们是规定在这个车辆安全检测基准。就是哪一类的新车就开始要装，所以就是说因为这个实施的规定它稍微有点不一样，所以它跟使用中的车辆跟新车，那在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体系里面它有相关的执法啊，在这些执法里面其实都已经有规范了，所以我想不需要在这个这个条文里面，而且这样子就是它也没办法就是完全就是说一致性的规范。那你的意思说新车刚出厂的话，那当然它就必须按照新的法律来加装嘛，但是现行中的大概有多少的大型车辆，是是
对，那他这些都必须到109年，对，那现在是106年，那等于还有两年，对，还有两年呢，给他两年，那这两年当中，因为我们之所以在这个修法里面增加这条条文，就是有发现大型车辆它本身很容易因为视野的差距造成这个死伤，那如果你还要这两年半将近三年的时间空窗期的话，那要怎么做呢？是这样会不会太宽松了一点点？跟官员报告，因为我们因为一个法律你这样现在然后竟然要两三年后才能装，那这样的话土法不足以行，对，那这两三年变成还是很严重的，那这段时间如果因为这个问题而造成一个死伤的话，那我们会有点难辞其咎。是 新车的部分，像今年度对于这个大客车的部分其实都已经要求加装了，那明年度是针对大货车，那因为就是说其实在使用中的车辆，我想因为毕竟就是说它在它有它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科予这个汽车车主所有人就是说要新增的一个义务啦，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大概基本上就是相关的一些设备，哦，大概就是新车跟使用中的车辆都会有一点点就是说在期间上面的一个差异，那 我想因为在 每次的这个我们希望要求加装的设备原则上都会给使用中的车辆有一点缓冲，是像你计程车的计费器的调整，你常常都限半年内要加装完毕或什么，那个车辆更多啊，那你这个话要到两三年以后啊，就会不会稍微太宽缓了一点？我可以在法律上不要列在法律里面，可以，但是我是你们是不是在这个行政措施的安排上能够更积极一些？好，跟各位报告这个部分，我想行政事业辅助系统，我们看怎么样来，因为其实我们跟所有的工会要就是说明哦，其实很多工会跟业者，其实他们也都觉得说，那他们赶快来做，就是说跟会员就是来宣导，来做要求，来加装。那其实我们也有一些鼓励的性质。那刚其实原来的委员会其实有，因为我们之前有相关，就是说比如说对使用中的车辆有一些补助的方案。那委员会刚刚也提到说，补助方案的部分是不是在检讨，然后让它的速度更快？那我可不可以、就是、这个部分我们会加，我可以征求各位委员意见，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要写在法律里面，但是至少不要超过一年，这样子可以吗？不然你两三年实在太宽松了一点点，我觉得。在这以后我替交通部做一个补充说明了哈。事实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行车事业辅助系统的装设比行车记录器还麻烦，因为要透过车体公司的装设，还要经过验证，这个部分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不是那么好装，不是咱家己买一台来装起来就好啊。这个哈真的是还要经过那个。车中心的一个验证，所以这个程序很麻烦，嘿，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刚刚在委员会很多委员在讨论的时候，你们都不说明，你们都没有讲到，对啊，这个是我个人有接收到业者的陈情，我才知道他们实务上在执行的时候，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哈，还有很多的问题要去解决啊，所以这也是我希望你们要真的针对这个案子要好好去检讨了哈。主席讲的有道理了，所以我并不坚持说这，因为我觉得法律要可行性才好，所以我并不坚持在法律里面做这样的安排。但是我的意思说，两三年稍微太宽松。那如果说你虽然说这个什么两个月做不到，半年做不到，那一年我觉得也差不多够了吧？那你搞到两三年以后，到109年会不会大家都觉得？年底了，我109年1月1号后，所有的车辆就是都检验都要装了啦，所以是大概剩两年的一个期间。所以各位委员，大家同意这样两年吗？跟委员报告，我们会加速啦，因为它有一些确实就是有一些行政的程序跟验证，还有就是说使用中的车辆，就是要让他们就是说再全部来加装，然后我们会加强来宣导。目前就是大型车辆有20万辆，那你验证来得及吗？已经有了，是那个是事业辅助系统屋啦，嘿，事业辅助系统它验证的这个产品有了，嘿，产品有了，你不是装完赵伟讲的，你还要去验证吗？那你如果你是20万辆都要装，还是里面到底还有几辆没有装呢？这个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啊，那个现在来讲呢是大概
登记上已经有了大概有20000多辆了哈，那所以还有一定的数量是没有，但是刚才有提到说公家机关的会先优先来做，然后甚至公家的重大工程的这个标案里头也都要求说所使用的车辆也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装设的系统了，所以这样的一个速度会加速来进行。那刚才特别提到的那个2年后呢，那个是2年后法规要强制的去检验的时候看有没有装啊。那委员关切就是不是可以加速的加速让业者用什么方式宣导也好啦，鼓励也好啦，或者是辅导也好啦，这个我想站在公路总局我们会一定会想办法来加速。如果说这个也是蛮好的构想，就是说因为你全部挤在2年后恐怕也不可行，所以一边开始做哈。那你说公务机关的优先或是他承包公共工程的优先，那大概是他这种的话他是你们希望他在多久之内能够加装完毕？交通部的话我们已经规范年底或者是像公路总局相关的标案如果可以改的话，年底是今年底今年底就马上到了，马上到了，已经开始在宣导了，所以今年底包括交通部跟经济部，我刚刚有报告，就是经济部国营会他对台电中油的车辆宣导，是不是对他们没有5000辆，他们说年底都要装设完毕，106年的这个全部要加装完5000辆，公务机关的，对，是公务机关的大型车辆，包括这个承包公共工程的，承包公共工程这个部分的话要修改他的那个招标的，就是新的招标的工程，新的招标契约要就是规范说，就是未来承包公共工程的话，要加装这样子。你们这样子好了，因为法律就是要做合宜性的安排哈。那所以我可以接受说，他在改装或者检验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因为我们想到机车数量那么庞大，每次在费率各种的这种改装上呢，你们也都能够完成。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想我本来是希望一年，但是你们一直在提到2年。那总而言之。因为我不能够耽误其他委员太多的时间，因为这条法案是回头再谈的哈，所以非常不好意思。那但是希望你们能够以书面答复我，尽量的啊做这个提前以及规划，譬如说哪些车辆，譬如说你讲公务车是5000辆，今年底可以达标，那明年107年是什么时候？不要全部都到109年嘛哈，那这样子也不 make sense。那也许你总是要有一个绩效目标，那你给人家感觉政府就是在逐步改进，那法律既然定了，大家不是哐啷的全部到109年去，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有点太过松散了一点点。所以如果说能够逐年有目标跟进度，或是逐月有目标跟进度的话，做这样的安排更好，那就麻烦以书面给我，谢谢。好，那个卢修院委员的建议非常好，那本席在这里做一个宣告，就是针对这个鼓励大货车大客车的这个驾驶人加装行车视野辅助器这个政策，那请交通部是不是在2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针对第一阶段实施的优缺点提出一个检讨，然后还有未来要怎么去更加积极的鼓励这个业者来加装的规划跟构想还有这个时程是不是可以在1年内能够达到比如说50%或80%或者是全部能够加装完成这个时程，提出一个书面报告给我们本会所有委员跟卢修院委员，这样好，同意办理，还有包括所有提案委员好不好？ 好，我们同意办理，好，谢谢。那本席在这里再针对第18条之1做一个文字修正那个第18条之1第3项未依规定保存第1项行车记录器之记录资料，其中这个记录资料的记言字旁的记我们改为密字旁的记，这个文字修正，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讨论第42条，那是不是请交通部这边做一下说明？好，第42条的话，我们也是交通部这边也是依照这个我们陈淑慧委员等17人的提案，那就是在使用灯光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把它更明确化，那就是加上就是使用方向灯、头灯、近光灯、远光灯、雾灯、危险警告灯或其他灯光者。以上，好，谢谢。那这个部分本席没有意见了哈。好，那我们第42条就按照交通部的修正文字通过。那我们接下来讨论第44条，我们王荣章委员。好，
主席、各位委员哦、啊，本席这一条的提案，事实上，我想主要我们就会是希望能够确立视觉障碍者。那然后，当然，视觉障碍者可能在外观上面，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没有办法做辨别，但是事实上他们都主要受过行动训练的这个部分都携带有白手杖。好，那个那天在询答的时候，我也特别有展示给大家看。那另外的话，如果使用导盲犬的这个部分的话，事实上是非常容易辨识的。那在这一个部分的在这一条里面，主要是对针对汽车驾驶人在驾驶汽车行经在行人穿越道的这一个部分，应该做优先的礼让。好，因为视觉障碍者他没有对于周边环境还有危险的辨识能力，相对于非视觉障碍者来讲是薄弱的。那在这个部分，为了确保他们通行上面的安全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所以就是说在各国里面有加强相关的规定，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话是通行的，就是说优先权，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如果违反的话，事实上会有加倍处罚的规定，所以做这样子的提案修正，做以上说明。好，那请交通部这边是不是做一下说明？44条这个部分的话，那我想我们这个王章委员17人提案的这一个部分的版本，那我们建议就是依照委员的版本来通过。好，那黄慈元委员。我想这个王荣章委员的提案是非常友善的一个提案哦，但是我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呀、针对于就是不暂停让行人通行，这样真的有在采罚吗？现在采罚的这个数量大概一年大概是几件？因为其实我觉得现行的状况，其实车辆要礼让行人这件事情还是没有施行的很彻底啦，吼，还是我觉得车辆还是不太礼让行人，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现在采罚的状况。我不知道警政署有没有数据？44条目前还是会后我们提供给我们洪慈元委员哈，对，因为可能临时没有资料哈，他会后再提供给委员。好，那这个部分请警政署会后再提供给洪慈元委员哈，谢谢。那我们第44条就按照王荣章委员的版本通过了哈，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讨论第44条。48条。48条我们也是建议依照这个王委员的这个提案版本通过。好，那王委员简单的讲一下这个部分的话，刚刚前面是在行人穿越道，这个是在转弯的这个部分了、啊。好，谢谢。好，那司长还要说明吗？对，48条的，不好意思，就是48条第一项的第一款哈，就是我们原来条文有在转弯或变换车道前未使用方向灯，这个。或还有这个这一段文字我们把它删掉，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上这个之前我们陈淑叶委员所提案的版本，就是33跟42条，就是为那个使用方向灯的那个部分都已经用在那一个了，所以避免就是说那边的处罚是比较重的，那避免在这个48条又重复规范，所以在转弯使用方向灯的这个第一款的那个文字我们就配合删除这样子。好，那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我们第48条就按照王荣章委员的第一款哈，就是依照王荣章委员的版本就是修正后啊，不过就是在第一款，因为我们在33条跟42条在使用方向灯的那个部分已经有处罚了，所以在48条在转弯使用方向灯那个把文字拿掉，就是在第一款的在转弯或变换方向灯，对对对对，在转弯或变换车道前未使用方向灯这一个或好，然后就把这段文字拿掉，这样子就不会在转弯或变换车道前不注意来往行人哈。划掉的文字是未使用方向灯拿掉吗？对对，应该就是在第一款就是前面的文字拿掉。那因为它48条其实它原来的条文就是转弯或变换车道，所以是转弯或变换车道，然后不注意来往行人。对啊，对啊，这个对、啊、这样就可以了，是。对。
好，那我们第一款的文字就是修正为就是不注意来顿号往行人逗点或转弯前未减速慢行句点。哦，好。好，那就按照交通部的修正文字。那个主席现在还在48条吗？对，48条。那我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王龙章委员他的提案，那个基本上方向跟精神我们都赞成，只是要请教一下，行径携带白手杖这个行径到底是怎么样去认定行径？大概是几公尺多少的距离才叫行径？其他规范有规定吗？是，不，还是要很靠一公尺才叫行径。因为这个处罚，将来那个警察执行单位怎么取缔？这个原则上就是在这个相关的这个现行条文里面都有这个行进的这个用词啦。那我们是说在警察执法的时候，我记得当初在又就是要比如说加强处罚这个不礼让行人的时候，其实他可能有一个就是对于就是全国的远景，他有一个就是执法的一个执法的原则啦。所以我不晓得好像一个车身，哎，我自己开车、啊哦、我自己开车，所以法规的依据在哪里我不一定知我不知道。好，那但是我自己开车，我知道在人行道的这一个部分的话，车辆跟行人要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好，所以我自己开车我有的概念跟是不是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超过如果不足3公尺的话，其实就是保持的距离不足嘛，是不是这样子的情况？跟各位报告，会后提供，因为警政署我记得以前有过相关的一个就是执法的一些原则。好，还是好，那警政署这边做一下说明好了。是不是一个车身啊？各位忘了。喂。主席各位委员，有关这个部分，目前我们在执法哈，那在当时就定一个大家可以比较共同遵循的原则，就是以一个车道宽来做判断，因为有车道线，那一个车道宽大概是3到3.5公尺之间呐。那因为你有车道线可以做判断的话，驾驶呢比较容易遵守。是是是。好，这样子还有没有？那村民委员还没疑问没有了哈，这样适合在立法理由说明吗？不然的话有或者大家还是一般的这个合情那个社会的标准。先前是我们用函式的用公文行文的方式给各警察机关啦。那如果说要在立法理由里面说明的话，那也可以在这边把它写清楚。警察一定是要知道，是说一般的老百姓，我们知不知道这个很重要。那看看，不然看交通部这边怎么去做宣导。我们会宣导，那不然在立法理由说明栏，我们再把它明确，把这些，因为以前有过函释嘛，那我们把这样子的原则把它写上去好了。是是。好，谢谢。那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我们第48条就按照交通部的修正文字条文通过。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讨论第67条。是67条，就是我们也参照了这个钟嘉宾委员跟陈淑慧委员等相关委员的提案哈、哦、修正。那主要的修正就是在第一项哈、哦、原条文的第一项，它本来有一个就是37条第二项，就是我们计程车驾驶终身要吊销驾照的，以及第二项它有规范一个37条第三项哈、哦，就是也是就是在那个吊销驾照哦，3年内这个不能考照。那因为我们在37条其实已经没有这个对计程车这个犯这个相关的这个禁止这个职业的这个已经没有把它吊销驾照，这个已经拿掉了，只有处理他这个职业登记证，不能开计程车而已。所以就是67条的第一项、第二项就配合37条的修正，把这个原来的37条第二项跟第三项拿掉，然后在这一个第四项
第四项文字稍微做一点调整，就是汽车驾驶人乘以第二项及前项，这个部分只是文字做一点调整、以上。好，这个应该比较没有问题了哈。好，那其他委员还没有问题？没有的话，那我们第67条就按照交通部的修正文字条文通过。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讨论第74条。是74条，我们原则上也是依照这个王荣章委员17人提案的版本，然后就是说建议，那只是在这个新增的这一个第二项跟第三项哈，原则上也是都是依照王委员的版本，在这一个第三项的，就是闷车驾驶有第一项第五款之情形致视觉功能者哈，那王委员这边只有受伤了，我们是建议就是说受伤或死亡者，就是把它就是再把它更清楚这样子，所以只有做这样子的修正而已。是，好，那王委员这边没有意见了哈。好，那其他委员还没有意见啊？好，那警政署这边做一下说明。主席，各位委员。那个王委员提案我们非常赞成哈，但是第三项这边哈，只有在第五款，因为可能会影响到的，就是实际上在这一个人行道上面啊，像台北市它有允许这一些脚踏车在人行道上面行驶，那我们是建议就是说第三项是不是把第一项的第八款也把它放进去啊，对这一个视障的朋友会更有保障。好，我们是建议说慢车驾驶有第一项第五款或第八款之情形致视障功能障碍者受伤或死亡啊，就处这样的一个罚款。另外是有关74条第一项的这一个罚者的这个问题啊，目前处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现在目前我们一些积案哈，如果说处罚300块的话，连送移送那个行政执行的执行费500块都不够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把它酌增为一倍啊？第一项的这个罚款酌增为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好，那交通部这边司长是原来的就是。在这个新增的第三项，就是慢车驾驶，就是把刚检证署是说有第一项第五款或第八款哈、那我想应该是可以，因为是第八款也是规范慢车的行驶的一个状况，所以应该这个我们也尊重哈、支持。那在慢车的处罚额度要不要再加重的话，因为慢车的处罚是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是由警察机关处罚的，那所以这个部分是尊重警察机关的一个认为，不晓得委员有没有，因为他变成说是整体把它加重了。啊，那郑委员，刚才警政署的意见我尊重哈，那但是因为现在还是有行政成本的问题，那如果第一项要修正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不要什么以上以下了，就直接处新台币600元罚款，这样就好了。对啊，你不用增加到什么1200嘛，你也不用裁量，只加花600的话，因为它总共有那个9款，那9款的它对交通安全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了。好，所以我们是建议还是有一个那个最低额跟最高额，那中间的话，我们对一个款的这个影响的情形，可以把它。在处理那个统一财罚基准表里面做适当的调整，因为本来这个9款也有轻重嘛，最高就是到600啊。那我们是因为行政成本的关系，认为500元以下划不来，那你就一律把它罚到600就好了啊。因为再重也是600，本来也是600人，你现在把它加到1200，其实只是增加它的处罚的负担而已。这跟刚才你所说的本意不同，我们现在是考量行政成本为何。而不是说我要加重他的处分，所以我的建议是600就好了。那如果要加重处分，就看各委员的意见，要不要变成600到1200啊？这本意是行政成本，不在于加重处分啊。嗯，好，那王荣章委员，警政署的意见在第三款的这个部，对不起，第三项的这个部分要加第八款的话，原则上没有我同意啊。好，那
至于就是说刚刚的这个部分金额如果要调整的话，那我们大概在第二，就是说在第一项的相关的处罚的金额要做的增加的话，那大概第二项跟第三项也要做顺修，好，要不然的话，就是它本来是要加重相关的处罚，所以如果第一项改成600到刚建议是1800嘛，好，到1200，是不是600？刚警政署的建议是600到1200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大概在第二项的话就是1200到2400，那第三项的话就等于要导致受伤或者死亡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同样的它就从2400到4800，好，那个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维持原来的精神跟用意。那周淑敏委员，现在讨论的方向是原来的第一项跟现在王荣章委员提的二三项，这个罚款都要做一点做变更，是不是？那照郑玉鹏委员刚刚讲的，他的第一项就是固定在600，那王荣章委员再提一些意见，那这个方向处罚当然还是要有个裁量吧，裁量才有它的范围嘛。这部分看看路政司或法务部要不要表示一下意见，要不要有一个范围了？还是说我们就固定就是300、600、1200这样？这个政策上的考量是什么？法务部这边有没有建议？有没有麦克风？是，一般在行政法规的违反给行政机关做裁罚的时候，我们都绝大部分都会赋予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呐、啊。那刚刚那个警政署代表提到说，1到9款它违反的程度所造成的损害可能都不完全一致哦，所以觉得要有上下限，可能对行政机关在裁处的时候是比较适合。那至于行政成本的考量，那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谢谢。那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予修正啊？维持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罚。刚才是说，因为500元以下就你的行政成本就划不来了啦，所以我是觉得说，那就改600。那只是说我对于600以上、1200以下，我是觉得有没有必要？哦，有裁量权就是在路边给警察塞那样呢，警察很辛苦啊。长漂亮一点就少罚一点这样，这个警察反而是困扰啊。就是我自己犯了这一款，如果是要这样的话，就是直接600就好了。就是那个当下要去判断哪一他的行为，各款的行为，说这个是比较严重，那个比较不严重，我相信也很难判断啊。那都是用最低的金额去罚的啊。真的600以上到1200，你们比较方便的话，我没有意见。只是这样的话就是认为说这些行为是更严重了，这样，而不是行政成本的问题。刚刚法务部有提到，这个行政成本是另外的考量。那交通部这边的没有意见了哈。那还是我们就是在处分的罚款部分，我们还是就维持原来的条文的规定。好，那郑委员，那请问那个警察，那个警政署这边，那你们会因为说行政执行的问题，所以都处500块以上吗？还是有罚300块的？还是建议他这一个部分9款的话，哈，他是在统一财罚基准表里面啊，会把各款财罚的金额全部列出来。譬如说第九款这个部分比较重的时候，就直接就是把它定在600块的这个裁罚。就你们内部有这样的一个，那你像说一部脚踏车不依规定停车的时候，那
从这种最低额300块开始、嗯、开始来采访，但是300块如果他不去缴的话，我们真的也没有那个经费可以再把它移过去做行政执行，是，所以会有这一些积案下来。还是从长计议，在交通部再研究看看。对、啊，因为现在道路交通法也要修了嘛。好，那、因为这个第一项有很多层面的问题。我们是同一政委员哈、哦，那就单一法则是不是把它修成600块？这最起码就是说，让那一些案件我们也可以把它移行政执行，是。就是第一到第九款了哈，那这部分，哎，破坏他们的那个罚款的体力。九款，你把它调成单一的话，你哪个调单一？那裁判基准表定在500块。我想这个部分哈，我们还是从长计议比较好啦。好，就是交由交通部这边哈，在。针对这个部分，因为这个也会涉及到很多，这个行为人的一些习惯啦，好、哦、这些问题啦，哈，还有教育的问题哈、哦，我想这部分那个周委员、他郑委员、各位，我们这部分就交由交通部再去做详细的研究了哈、哦，我们再从长计议啦，好、哦，就是我们暂时不予来更动了哈、哦。那针对第74条的部分哈、哦，我们就按照。刚刚警政署建议修正哈，就是在第三项的部分加入第八款嘛哈，加入第八款的部分，好，就是这样子的修正而已嘛哈，好，就这样的修正，文字修正来通过哈，好，好，那接下来讨论第82条，第八十二条，好，第八十二条的话，原则上我们也是依照郑云鹏委员等20人提案，就是在第11款的这个文字，那稍微再做一些修正，就是交通第十一款就是交通勤务之警察，依法令执行指挥交通顿号交通稽查任务及各级学校交通服务队现场导护人员以外之人员逗点，于道路上拦阻人顿号车通行。然后我们可能漏掉，就是有一个逗点，就是妨碍交通，对，就是他是拦阻人车通行，然后妨碍交通，就是把那个行为也把它，就是交通部的版本后面再加一个妨碍交通，对，以上，对，逗点妨碍交通是。好，张伟，我这边那个修正文字我。的确是交通部这边修正的文字比我原来的条文好，原来修正方向好。但是我想请教一下，当初我会提这个修法，是因为看到有很多的那些保全人员，其实他们自己也很危险。他们那自己的大厦出那个车辆进出的时候，他也冒着生命危险在路边拦车。其实他应该合理上来说是没有车的时候。避免有车突然跑进来，但是他不能够为了自己的住户去阻止别人车子的行进了。那可是如果这样写下去，这11款我们照交通部的文字之后，会不会变成说，譬如举办庙会，他有申请了，那他还是像我们这种比较乡下的地方，有那个喜事或丧事，他有一些巡守队来协助，那就不是上面所写的那个警察啦，然后依法令执行的这些那个学校的导护人员，不是这些人，但是他事实上他是有他的功能在，那这个怎么办这样的？报告委员哈，因为这一个文字里面有一个依法令执行指挥交通之人员啊，那目前我们的意见啊是依照民防法那一个系列下来的，所以。在我们义警、义交甚至民防人员的话，如果他可以运用的话，都可以。啊，巡守队嘞？巡守队这一个部分是目前并没有把它纳到这一个依法令执行交通指挥之人员。他们办丧事的时候，哎，真的会巡守队驻兵，然后也穿着他们那个衣服，你知道吗？会有可能，会有可能。但是的确，你这样的话是可以罚哦。是可以罚，对不对？但是，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好像又有点
不太近民情啦。我的用意本来是要保护这些保全人员，第一个他也不应该是为了自己住户的利益去挡公共的交通，然后所以这个是需要教育的。但是如果真的想罚下去的话，会变成事实上还在协助交通的这些人，然后他们也没办法去在这个场合里面去处理，也没有办法再修正这些文字。要先，那修成这样的时候会变成，因为巡守队的人哈，他都很热心呐，但是他的成员非常非常多，好，那如果说没有经过一定的这个训练的话，啊，那可能他来执行交通指挥的话，也没有那么多义交啊。那实际上是这个条文如果定下去的话，就会有这个问题那个出现了。但是本来这些没有指挥交通资格的人就不能指挥交通了，是本来就只是当初没有发者。对对，哎，没有错，这个是有困扰了啊，是。那有没有办法说，因为在以往有关保全人员，跑出来挡车，那在以往会用到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一项四款，他任意在交通平缓处所那个蹲立坐卧，他站在那边阻挡车辆，是可以用那个去处罚他300块了。跑步的那个方式去处理。哎，对对对对对，是有那个条文可以用了，但是很少在开了，说真的。这个的确是需要教育了，就是那些保全公司或他们他们叫物业公司这种的，要教育他们不能有这种行为，那不然那可是这个这样一下去之后不这样写好像也不行，但写下去之后，在对于这种社区生活，尤其比较乡下的地方，会造成违法。那当然警察可能也不太会开单了，那他们讲真的也没有那么多义交可以用，可以去请，这个也是有点矛盾。因为乡下庙会的这个部分，大概他们比较小的庙会他们会先申请，比较大的庙会的话，他可能都是行政机关跟我们警察机关一起协助他来做规划办理。一般来讲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在执行庙会的时候了，都有申请啊，包含丧事也有申请。可是实际上他都是要申请了，对，但是他申请完他也不能指挥交通啊，对啊，就算申请他还是不能指挥交通啊，本来就不行啊。丧事的，因为他动用的人比较少啊，依我了解的话，丧事他大概一般来讲他都请大概就是6到8个的啊，这一个交通义警或是一般的义警去协助执行啊。现在问题是，郑委员的提案有他的立法意志跟方向，那现在交通部把它改成这个，其实更不确定，而且也限制了原来的本来是交通指挥的人的权限。你们现在修的这个条文，你交通勤务的警察，他如果有道路上拦阻人车通行、妨碍交通要处罚，这个解释上跟方向上，以外之人员哦，是。对，跟委员报告，因为指挥交通其实他也不是说一般人可以指挥交通的，因为所以就是说其实是限制在就是交通勤务警察这个依法令执行指挥交通，以及就是说这种导护交通学校的交通服务队，因为这个导护人员，那其他的人员就是政委员担心说其他人员就是说临时性的有一些比如说警示啦，或者是担心行车的安全，他是协助。那我们其实是后面就是依照委员的这个，就是把它加了一个妨碍交通啦。就是说，你其他的人员，就是说，你真的是在执行指挥上面已经也有妨碍交通了，所以这个部分才需要受到这一个处罚。对，至少就是说你是临时性的，就是说我是警示，然后提醒大家说，有车辆要进出，要小心一点。原则上他不应该就是说一直在做一些指挥的动作，他只是说有一些警告的部分的话，那可是他不能妨碍到交通。哎，那因为他毕竟他不具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专业的程度啦，所以他只能就是说稍微有点进出的时候，就是算是就是说警告来车，警示这样子的作为这样子。那
也有一个，就是他不要影响到妨碍交通，就不会受到处罚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应该委员担心的部分，就可以把它就是说这个方向是好，但是这样子定哈，我觉得将来疑义会很多，民怨也很多，而且有些人他义务性的，如果现场有一些问题的话，他做一些指示啦或者协助，那。你这样子规范，好像就是说，将来这些人不能去做这些协助或帮忙哎、欸。让你插一个话，因为他后面是指有妨碍交通，不要。但这样，但是好像有点比较范围也是蛮大的空间，对啊，对啊。这样，但警察如果执行，我觉得会有很多的困扰跟民怨哦。好，报告主席，我想郑云鹏委员的这个提案的部分，可能还要再做一些讨论。对不起，因为我等我现在内政委员会那边要做咨询，我先针对就是说第八十二条我的这一个部分，好，就有关于最后一项我们的交通部的建议是要跟第七十四条一样，要增加死亡者的这个部分，我同意，好不好？我先做这样子的表达，可以让我。OK， 好好，先到隔壁去咨询。OK， 好，好，谢谢。那这样子，谢谢，你同意这样没问题了。那交通部这边有没有意见吗？那个警政署这边，王委员，那您提的这个哈，其实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在人行道，一个是在行人穿越道啊。那行人穿越道上面，如果说啊，去任意去放置这个道路障碍物。好，那当然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同意，但是这个人行道的范围啊，依照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条的定义，它包含的范围蛮大的啊，除了说行人通行的人行道之外，它还包括骑楼、走廊等等的这一些啊。那目前就是说，是那现在就是说哈，现在就是说，我们要可能要考量一下，它这个各款的情形相当的多啊。那如果说一个小小的摊贩，他可能就是说挑着东西在人行道上面卖，那一下子就要划到3000到6000哈、啊，跟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违规划一样的钱，那是不是太高了一点？那另外就是说，可能比第八十二条更严重的，在人行道上面违规停车的话，他最重也只罚到1200块啊，所以说这个部分人行道的部分是不是一下子要把它提高到那么多？因为目前我们举发82条的这个案件哈，啊，好好，那你先过去质询哈。我在针对那个。郑委员，这个11款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它回到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去规范？就是其实郑委员的提案，他明确是说，你没有交通指挥权的人，你不要随随便便要指挥交通。那不用马上就是跨到说，如果你指挥交通，那妨碍交通就处罚。郑委员。那如果你不处，因为你处罚要明确，他这因为他是影响交通秩序嘛，而且，而且又危险，主要是说你太懒，常机会高通，常态上还是要这样，就现在保全有些的确是做到过头了啦。就郑委员他的提案，他主要是说。把有些人不具有交通指挥权的人，你不要自己冒出头来指挥交通，这样。还是，不，我还是就是因为那个指挥的那个部分，确实有需要。如果要把它写得更，就是
包含更多类别的话，是不是授权我们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里面去写？那就是这边的话，如果说一样要增列十一款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十一款就是唯一规定这个指挥交通者，然后拦阻道路上车辆行进妨碍交通这样子。那把它的因为目前这个畏惧交通指挥权也没有定义啦，就是目前啊，所以就是说能够指挥的人的部分的话，他要怎么指挥的部分，我们会同内政部警政署是不是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再把它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规范，因为不容易在条文写的那么清楚，是不是就是也参照政委员的版本的精神，那只是说授权的这个比如说谁能够指挥交通怎么指挥的话，在我们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我们来规范这样子。哎呀，那市长，你刚说你的文就是十一款，就是唯一规定指挥交通者，好，那拦于啊，唯一规定于道路上阻拦人车通行，这样就好了。唯一规定于道路上拦阻，因为它是天天在发生。拦阻人车通行，妨碍交通。也有人跟我讲过说，他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在指挥。对，这的确啊。但是那庙会或那个红白喜事这种不常发生啊，它不是常态性的，保全是常态性的。对从业人员来说，真的很危险，不管不应该这样做。对了，不管怎样规范，是不是应该也就是到时候要跟保全业者来做一个说明跟告知啊？教育是一定要做的。你们可以做到哪？你们只可以做哪些事情？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吗？你不喜欢，还是会来做教育？他就觉得住在这个大厦很有派头。是，还是？委员这边我们就十一款，就是把它写成就是十一款，就是唯一规定于道路上拦阻人车通行，逗点妨碍交通，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规定的话，我们会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里面去规范。我 OK， 可以看好那个警政署这边可以吗？这样不太明确，范围很大哎、欸。那警政署这边有没有比较好的意见？这样下去的话，唯一规定，那这一个规定在未来要怎么去定，是相当的，因为当时我们是觉得，就是畏惧交通指挥权到底是哪一些人，会有很大的争议，所以我们把目前有执行可以到道路上指挥交通有法令依据的部分，把它名列出来。好，那如果再用唯一规定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在事实上是。如果说不是执法人员或是依法令执行交通指挥的人员，实际上都是不应该在道路上去拦阻人车的了。好，那你在一个不依规定，那这个规定到底要放到什么一个程度，可能问题也是蛮大的。交通部市长，我们应就是在规定在当规则，还是可以就会同就是警政署，还有就是因为可以把那个具指挥权的人明定，然后还有就是委员所提到的，比如说担心的一些临时性的状况，或许我们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再把它做一些原则性的规范是可以的。哎，只是说那些文字需要在会同警政署或法制单位把它写得更清楚。哎。那是不是因为跟周委员报告，其实处罚条例里面其实他蛮多授权都是在道安规则都是写唯一规定，所以应该没有问题，体力上是没有问题。哎，那郑委员，那如果是像刚刚那些庙会或者大家办临时办活动的，他有申请，那我们就是认为说他依法令就可以执行指挥交通吗？比如说现在那个应该就是有各个民，对啊，政党、政治人物或者一些民间庙会啊、协会办的活动，那就认为说他是依法令
执行指挥交通吗？没有，因为现在就是卫衣规定嘛，那在规定的这个部分，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里面，他就会去就是说把他的一些太阳我们把它是不是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里面，就是会同警政署跟法制单位把它稍微再把它续名一下。那他只要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里面有的一个行为的话，基本上就是就不会受到这个处罚。其实有时候法令明定的太细哈，对啊，也很挚爱难行的。其实我们在基层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去申请一个活动，就是去申请，然后警察机关这边受理就是报备之后啊，他通常在核准函里面都会加注说交通的部分我们要负责，就是我们要负责这个交通的疏导啊，那个指挥的部分啊。那通常我们这个不管是我们办活动，或者是一些民间团体，或者是喜事丧事，他们就会由他们自己会找人哈，会有一些人就负责做路口啦，附近的交通指挥。他也会申请当地的，所以这个应该就要被认定为有依规定了，不然哈，警察人员那么少，你也不可能完全都让警察去执行交通的指挥啦。啊，所以咱若要搁顶个，还有可能会更麻烦。那如果是相较于刚那个陆政司所提的最后这个版本，我还个人比较偏向他们现在书面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会比较好，比较明确了。啊，没规范到了以后有问题再来检讨，不然现在卫衣规定这个太不明确了。局长，请用麦克风。局长，你说用麦克风说明一下。我其实现在是一个啦，就是说现实面哦，一定会有一个是依法令啊，或是交通勤务警察，一定有那种依法赋予权限的。但是不会严的，一定也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会有要所谓协助也好啊，或者是指挥也好，有这样的。像我们如果个人，你有时候从停车场出来，你的家人一定也会稍微在后面帮你看一下。你说他站在那里，就如果按照这样这么严格来讲，他就是对，他就妨碍交通，也要受处罚。所以整个来讲，才会提到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这个道安规则里头去把它写清楚哦，尽可能的把它写清楚。好，我相信那时候应该可以把它写得很清楚了。那大家考虑到的譬如说有些时候是像刚才郑委员讲的保全，我们看到但是有些尤其是豪宅的保全哦，他那个是他们车子如果要尖峰要出来的时候，哇，他一直赶他那个车子的出来，都把大家的都挡在那里，有这种情形。那这种当然我们就是属于我们要来希望他来处罚的。啊，但是有些是刚才我特别提到的，有些是庙会或是委员刚才提到的，有些是政党活动啦、啊、或是什么活动的时候，还是有这种情形啊，是好不好？委员，我们再提一个折中版本哈，就是十一款哈，就是刚周委员说，哎，人指挥权的那个人把他清楚的规范，所以那只是说在以外的人员的话，就是以外的人员要依规定了。好，所以我们就是再把十一款我再念一遍，就是十一款就是交通勤务之警察顿号依法令执行指挥交通顿号交通稽查任务及各级学校交通服务队现场导护人员以外之人员未依规定。好，就是这边就是加一个以外之人员未依规定，然后逗点于道路上拦阻人顿号车通行逗点妨碍交通。那也就是说，指挥权的人就是依照警政署的这一个，就是这三类的人是已经具指挥权的。那其他的人员的话，要依规定。依规定。嘿，其他的人员依规定的部分，我们在道安规则里面再把它就是一些太阳把它写上去，这样比较不会说有一些其实他是想要就是说警示来车哦，避免就是发生事故的。其实这个部分应该是善意的。对。嘿，是不是给他嘿这样子？就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部分还是有点授权在，因为它太细了，在道安规则里面我们来定。现在这个方向，最后修法这个方向，大致上我个人是同意啦，只是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决定哈，可能将来在执法上还有法院，如果有争议就到法院，法院一定也会有一些意见，所以可能就认知上会有很大的差距啦，所以。
修法的这个技术上的意见我 OK， 只是说这样的一个政策上要去处理要去执行，可能交通部再想一下这样子。嘿，这个部分我是个人比较没有确信。行政署这边如果加一句话未依规定呢，你还是认为说，因为这个规定啊，现在是讲是很容易，就是四个字未依规定呢，但是实际上要怎么去把它规定出来是会有蛮大的一个困难的。那如果依现行的文字哈，依照我们警察机关在以往执法的话，大概只会针对哪几类人员去用这个条文呢？第一个就是委员讲的保全人员，因为这个民众检举的蛮多的。第二个，风景区那一边去拦车要买东西的，要拦车进到他私人停车场的，这种实际上我们只会用在这个地方而已的，就可以依据这个实际款。对，实际上不会去用在就是说哈，譬如说他在违执法的时候会酌情处理，就对了。是是是是是。啊，因为你在整个庙会里面，他们在协助的那个时候啊，实际上我们不会再去对那一些人哈、啊，就是这种常态性的，对对对，再去执法，阻拦交通的这些人，是是，你们。那如果你弄一个未依规定下去的时候哈、啊，那以后这一个会争议就是会在非常非常的大。现在这些在路边拦你进去他私人停车场那些人，你还真的没办法罚、欸。现在状况就是这样了，就是找还有一些洗车的有没有？洗车业的他人就站到路上去把车子拦进去，那些员工也危险啊，然后对用路人也不公平啊。那赵伟，我建议就照原来这个书面上面的修正版，原来十一款就不要再动了啦，也不要就按照交通部的这个。对对，先这样了，妨碍交通嘛，妨碍交通，对，要件妨碍交通，就是好，那就是。因为我们还是想说未依规定的话比较避免，就是大家当然警察执法上他们就是可能他就是限定在某几类啦，只是说大家在读这个条文的话，我们在道安规则有一些教育的意义那个意义的部分的，还是教育比较重要，对，让警察不用去找其他条文来开罚单了、啊、对 对, 對，什么道路嬉戏啦、奔跑啦，这些很怪啊，这样好吧，那就照原来我们现在书面，然后加那个妨碍交通，这样加四个字的。好，那就是照我们交通部原本提出来这个修正条文，再加妨碍交通，就有加妨碍交通，就可以认定说，如果他这个行为是暂时性，他不会妨碍交通，也不用罚了，安内啦。OK， 好不好？这样、okay. 就这样好了。好，那就照这样子修正通过了哈。那王荣章委员，您刚刚的那个人行道的部分。可是刚刚我们警政署是表示说这样的罚款太高、报告委员哈，是不是目前第八十二条会去处罚的哈，大概有90%的案件呐、啊，都是在人行道啊上面，这个人行道就包括骑楼，包括啊这一个骑楼走廊等等这一些啊。那如果说直接用新增了这一项的话，那在未来可能在执法的时候啊，争议会非常非常的大。譬如说有一些农民啊，他可能就自己挑了几个东西，那摆在骑楼那边卖的时候啊，那一下子就罚3000块，连用那个行政罚法第19条对他来施以劝导都没办法去施以劝导啊。所以以后可能警察要执行这82条的话啊，那可能就是说几乎蛮多的这一些摊贩啊，可能就是会跟我们警察有相当大的这个抵抗啦、啊、那当然就是说摊贩的部分也不单纯就是由警察去取缔他就能够完全把他就是说啊，他就走上制度化摊贩管理，他其实有后面蛮大的一个原因啊。那我们是建议就是说82条的这一个部分还是能够维持现行，那增订的这第三项的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只局限在行人穿越道？因为如果说在人行道这个部分要全部把那个罚款全部从增加到3000以上6000以下，那同样的就是说在人行道上面违规停车的那一些啊，
他最高的罚锾也只有1200块。那一些违规停车的，对于人行道行人的通行影响更大啊。那在整个这个罚锾的比例上，是不是有一些横平性？我们建议这委员还是考量一下。好，我想警政署的说明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也要来强调，事实上，这一个部分不只对视觉障碍者，很多肢体障碍者，好，我们借由无论就是说手推的轮椅或者是电动轮椅，在行走的时候的话，在这上面也遭遇到非常大的问题跟困难。即便我们政府在公共设施上面，在人行道的这个部分都做了顺平，好，都做了就是说顺平，那然后但是当被就是说被占用。然后被放置相关的物品的时候的话，很多的就是说障碍者他被迫，包括视觉障碍者跟轮椅的乘坐者，那然后被迫走到马路上，就是说道路上马路的这个部分，那结果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们很多的时候被认为就是说没有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行走，我们应该走到人行道。那但是我们走到马路上，那到发生意外，无论就是说跟慢车或者是跟汽车等等，就是说发生意外的时候，那归咎于就是说我们没有走到人行道上。但是问题是人行道我们走不上去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在过去的话非常多的案例啊。好，那我们人行道本来就应该要净空啊。包括就是说在这边的话相关的家具，就是说我们公家单位设置的就是说设施，它其实也有相关的就是说的统一规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进行，然后没有办法落实，结果后来就是相对少数的人要来承担这样子的后果跟责任，那这个部分的话又情何以堪呢？我们想考虑到的就是说，但是很多的占用其实不是打仓买菜的那种摊贩，尤其在都市里面，我当然同意一个部分的话是违规的机车嘛，甚至于就是说汽车也在这里面，还有就是商家摆设出来的，好，他的商品啊等等这些占用人行道一楼，或者是说利用人行道在营业，好，这个样子的，就是所以我们讲说对于小的摊贩造成的就是说问题跟困扰，但是大多数来讲的话，不是这些您刚刚形容的老人家，那然后小摊贩的这一个部分了，事实上不单，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就是说不仅仅只是这些人，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要做罚锾的，就是说的调整，我觉得他也必须要跟前面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要做一部分的就是说缩减，好，减少，但是也不应该跟前面的话是完全一样的，否则的话它其实没有遏阻的作用了。那当然就是说在落实上面的话相关的就是说执法要能够落实了。好，那个王委员的这个建议是很好了哈，可是有些部分我们也要思考到哈，就是可能会牵一发动全身哈，因为目前也照警政署刚的一些建议哈，因为可能目前的地方的民俗风情哈现况哈，可能这样子做这样子的调整哈，可能会引起很大的这个风波了哈，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参照警政署的意见，暂时不予调整。那可能这个部分，因为也牵涉到很多，其他法令的一个落实啊。其实这也跟建筑法规哈等等都有相关的一个，都是有牵连的。所以这个部分，但我们很尊重弱势者，还有也其实也不只是弱势者啦。其实以前我们针对这个学生啊，这个行走的一个安全的空间哈，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那这部分我们是不是也要透过，就是说目前现有的法令哈，去加强来宣导跟执行，好，然后我们循序渐进，
再来做调整，这样好不好？好，我尊重主席的裁示哈。那是不是主席在这个部分的话，好，人行道的这个部分拿掉？刚刚讲就是说行人穿越道的这个部分，好，我们警政署也表示可以同可以同意嘛？好，就是说行人穿越道的这个部分的话保留。行人穿越道，嗨，那另外的话就是在人行道的这个部分，怎么样子保持相关的就是说净空跟维护好行人的通行的这个部分的安全，警政署的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检讨的报告出来，就是怎么样子检讨，怎么样子加强进行的这个部分，可以给我们交通委员会的委员还有本席好不好？好，那就针对我们王荣章委员所提的哈，就是新增第十四项哈，就是第四项就是行为人在行人穿越道了哈，那我们把那个人行道或那四个字拿掉哈。那另外就是说有关人行道的这个通行安全的问题，我们也请是不是两个月内提出一个书面报告可以吗？好，给我们本会的委员跟提案的委员这样子。好，好，谢谢。那第八十二条就按照刚刚所那个宣告的修正文字通过哈。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九十三条。九十三条，我们是建议就是就不修正，是不是维持现行条文这样子？哎，就是他的事情，这个我没有意见。是，要另定。OK， 好，这个我没有意见了，那就是维持现行条文哈。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处理附带决议。委员不好意思，有一个刚法制单位有提醒我们，就是二十一条之一，我们漏了新增的那个第几项？最后一项，第五项最后一项就是在第十五页。15页的部分，这边有一个连接车、大客车、大货车者除一第二项，那我们要加一个顿号第三项，因为第三项它也有处罚，它是要罚那个汽车违规记录一次，所以就是避免它遗漏掉。所以刚刚法制单位提醒我们，对，15页的、对，就是第十五页，就是第二十一条之一了哈。那我们看到第二项，对，除一第二项顿号第三项，对，就是漏了一个第三项，嘿。就是一第二项，然后顿号第三项规定处罚外了哈。好，那第二十一条之一哈，就再增订这样的文字修订哈。好，谢谢。那我就是法案的修正部分讨论完毕，那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附带决议。好，那。这个第一案嘛哈，钟嘉宾委员的提案是不是请交通部这边做一下说明？是，那钟委员的第一案的提案就是在最后的文字哈，我们是建议就是因为这边是要建请我们由交通部转内政部警政署，我想这个部分由我们来就是说转请他们来订相关的明确规范。第一案。对，那针对附带决议那个钟嘉宾的这个修正哈，就是建请交通部了哈，是交通部转内政部警政署，这样子哈 ，OK， 好，谢谢。那这样文字修正没有意见哈，我们就照这样修正通过。那再来第二案哈，警政署有意见吗？委员好，那警政署报告哈，那有关那个。委员所提的附带决议我们警政署做个说明，就警司法的部分我们主要警察职权行使法主要是在规范我们警察行使职权的相关的一个措施并非以处罚民众为目的，那我们法条中也没有说有定相关的法则，那有关执行路检拦截身份查证的一个作业程序的部分我们主要是要规范我们原警在查证民众身份的一个流程，那这部分另外有关那个取缔酒后驾车的工作我们除了有
那个依道教条例以外，我们依据我们警职法、刑法等相关的法律，我们有订了一个取缔酒后驾车的一个作业程序，跟取缔酒驾拒测处理的一个作业程序，相关那个酒驾的那个各种态样，跟我们警职法的相关的措施，我们已经纳入考量，那这部分我们相关的作业程序，我们原警在做相关执勤方面并无自爱难行之处。那以上是我们警政署的报告。同意，对，这应该跟现在目前应该不会有冲突吧？可能就是叫，请你们就目前的做法，做一个书面的明确的说明就可以了吧？那就针对那个附带决议的部分，那我们书里面就已经有做相关明确的规范，有你们就提出来就好了嘛？是，对，有就提出来就好了嘛？啊，是是是。好，那附带决议第一案我们就通过哈。再来附带决议第二案，是我遵照办理，嘿，好，遵照办理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处理临时提案，是临时提案第一案。临时提案第一案的话，是不是在第一段哈？因为这边有特别就是点名出是运研所的运输安全组副组长叶祖宏，那因为我想说他是代表运研所的，是不是就把他的这个运输安全组副组长叶祖宏这个删掉，就是运研所表示，我想应该就很清楚，不需要特别点名那个人名这样子。好，这个那我们就按照我们交通部的这个文字修正了哈，就是副组长叶祖宏拿掉了这个文字哈，这六个字拿掉了，就是运输安全组，运输安全组表示，运输安不用，因为运研所表示就好了，就运研所了哈，啊，运输安全组也拿掉，运输安全组这五个字也划掉哈，运输安全组副组长，那这个部分就是运研所表示，是好，然后那接下来好，那第一案我们就按照文字修正通过，好，临时提案第二案。第二案的部分的话，就是文字我们再稍微做一个调整，就是提交，最后就是并于两个月内提交。那提交的第二点这边就是，我们在最后的文字就是提交这个欠缴积欠违规罚款及税费，这个税费的话，这边我们把它明确就是那个汽车燃料使用费，也就是说税费的这一个就是他明确我们是把它写成就是汽车燃料使用费。那在刮胡里面也是一样，注销前已积欠的税费的税费，我们就是把它改成是汽车燃料使用费。对，好，就是临时提案第二案文字修正哈，就是在倒数第二行哈，最后那两个字嘛哈，税费改为汽车燃料使用费，然后刮胡里面的税费也改成汽车燃料使用费。好，那各位委员们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文字修正通过。好，谢谢大家。好，那协商完成，做以下宣告。今日协商结论免予宣读，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针对本日会议做如下决议：一、委员修正动议附带决议及交通部建议条文列入记录，如有委员对修正动议及附带决议补签列入记录；二、讨论事项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十八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等二十五案。第一案至第二十五案审查完竣，并按凝聚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陈召集委员速阅补充说明。好，散会。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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